哇，它好亮哦！来来，帮我们分享啊，今天比较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嘞？东北大叔。那你要跳这个舞呢？那边有嘞，我们去跳广场舞。你这个那个才是一个。那个不是，那个是科目三。不是，也是有，也是有穿这个。不是不是，两个故事，感觉科目三是一个流行。一个科目三，还有对一个是什么啊？没有，科目三是一个流行，这个东北大叔，这个意思另外一个不一样。哦。你看你的穿是连这里的，不过那边好加辣嘞。我为了姑姑不可以站。这是衣服穿的穿的。赶紧拿，几次又说。他笑你嘞，云笑你嘞。整天，莹莹很像来到这里，很像刚来国家的。真的，我每天穿不一样的。哎，你看，昨天穿的什么？你衣服那里买那个领巾给我阿妈给阿平也是。你昨天穿这个了？没有，没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昨天我是穿马面裙，完全不一样。你看这个老人家每天穿一样。我第一次在 WL。我在用 WL 开直播，第一次啊，第一次啊，第一次啊，第一次。亲爱的朋友，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朋友 from Wang Lei Life Mall， 然后我们有BOL 是吗？对对对 ，BOL， 然后你还有几个 page， 还有全部都开得完，还有太多问候也是。是的，大家晚上好。哇，进来先帮我们分享 ，OK， 欢迎 Jimmy， 帮我们分享，今天分享。因为今天不一样平台 ，Hello，Paxton Mall，Hello， 第一次王雷 Live Mall 开张，对，不是为什么？我要测试，我要测试我今天测试，我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卖东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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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这个昨天中了，这个落什么？落 twist， 落 twist， 昨天中，昨天中那个什么啊？你们头脑多嘛？中 lucky draw， 就阿伟心声，对不对？你们头脑多嘛？落 twist， 我觉得你太厉害了，对不对？因为整首歌我听到后面，我还没有听到是什么歌，我只是后面我才。抓到那个球，到底他们到底要看哪一个？都是一样的，都一样，我们勾两个，所以你知道哪里的看一个。但你进刚进那，你多稳的，你又第一次看直播，没有分享，我们也会有，要问要先来一个。WL， 你是 WL， 现在 WL， 我们今天我要测试 ，OK， 我要测试怎么样 ？OK， 所以啊，你们帮我尽量帮我分享，尽量帮我分享啊！恭喜 WL 今天正式开幕了。剪彩，是彩虹歌，sorry， 哎，金木来了，金木妈妈，哎，金木西北姑婆看到你了，金木是很少金伯罗的朋友，哎，真的，金伯罗，你讲这句话真的，我从卖金伯罗他买到现在，哦，他从我卖，对他从我卖金伯罗共买到现在，他把旧罗罗，不会把旧罗罗，不会把旧罗，哎，你还好吗？Kim Ho， 你还好吗？看清楚没有 ？OK 嘛，眼镜买罗罗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一个平台，对。I can speak English, yes, Jeremy， 进来帮我们分享 ，OK？ 你 speak English， OK， OK， I speak English， OK。Tomato， like and share。Davis Lee， hi， good evening。Guan Chi Wu， good evening。Mary Chin， good evening。Marco Ong， yes， please help us to like and share。有点年纪，一千人都不过。Yeah， why 啊？通常都是这样子的。妹，杰比利来了，对对对对，杰西汤杰西来了啊，你好，金哥来了啊，金哥，邱金钗来了啊，也是算第一次 ，Ken Lim 来了，第一次在外国，在外国啊，大陆啊，在大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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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试水温间，对对，我们试水温啊，你们帮我分享啊。刚才老人家偷偷讲，他如果给他选韩国跟这里，你会选？所以你好，我选的啦，一千的啦，我先知道，我选这里，因为这里啊，是容易什么？讲话全部方便，我来你晚上好。我们这边的直播，我用我的跟他看不一样的 comment， 不一样的 comment， 完全不一样。是我们要开三个平台。叶人来了啊，叶人，今天中奖了。哎，很久没看到今天中奖了。啊，中奖，今天中奖，有跟我们买东西。你今天有抽到奖吗？这个什么？Steven D 没有，你要念到完。Steven， 我这边签了个人啦 ，Steven 最少200人，一百个 Steven， 这个 LJH D 的 Steven，I'm new to this channel， 他讲阿英来了，阿英来了，阿英阿英，好说要叫山上优雅来站台啊，阿英来了啊，阿英，学人都来了，学人都，全部都是熟客嘞，对对对，不要那不要那不要那 ，Jacqueline 来了 ，Jacqueline，James。全部到齐了，很齐厉害了，干你呢！我们今天签三人就够了，不用多了，不用再加了。OK， 那我们卖东西，我们卖东西，要给你们看这个广场，我要
本来要去对面那个广场，对，因为怕，不是我怕音乐，怕中管缺，半管缺。因为第一次你王力宏，不要紧，你王力宏第一天你妈关了再重新开喽。你妈的！来，等那戏来了，帮我们分享，来，大家去看球，林嘉诚也来了，林嘉诚晚上来。两个 ，Amy 老来了，我们要开两架电话看哦。Amy 老来了，其实这里的 comment 跟你这里 comment 你懂为什么吗？完全不一样。你这个是看谁的 page？ Life Model， 你这个是看谁的 page？ 我还要看 BOL 的 comment 呢，不一样的嘞。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对，所以全部的 comment 都不一样。Hi Alex， BOL 谁而已。Hi Alex， 就是这样破铜烂铁。今天用这个破铜烂铁，今天我们要求3000就好。我错了，别说哦。我们要求3000。这个破铜烂铁还有1500，不错了。那不错。黄标，黄标。很厉害了，真的。来到国外，完全不一样。来到国外，我跟你讲，真的要试一下水温。这里那个 connection 呢，有时候借得到，有时候借不到。有些人看得到这个直播，有些看不到这个直播。而且又是在这个国家。对咯，所以你们要大大力分享，真的是 organic share 靠你们了。真的，对，真的。来分享起来，因为呢，我们今天倒数第二天了，你们回家了。不能回哈！我的14天差不多才要开始，才要开始。对，我要结束了。可是我们回去3天又要回来了。重点你知道什么吗？没有，你听我讲，我要结束了。不过我今天才刚刚开始，我又要结束了。刚开营业，然后明天就结束了。2000呢？我们走啊！ OK， 16了，来继续大家帮我们每个人分享。现在人在哪里？我的那个坎还越来越低。不可以这样子，1000-10000。现在往日不如往年了，今日不如往年了。没有人可以聊喜事，喜事又够了啦，不要再聊这东西了啦。跟你们讲啊，喜事又现在在现场。对，他真的在。你们相信吗？他人真的在。你们相信吗？你们要不要看他？那今天就跟他玩。来，喜事又进来，甘妮娜，喜事又进来，真的啊，在这边。来，甘妮娜，哎，这种跳街舞，这种粉丝哪里找 ？Hello， 这种台湾人，只有你要奶头跑出来呀？不是啊，这种粉丝哪里找？为了要来见我，从台湾飞到这边来见我。明天他飞了，有欠他钱吗？没有，我为他来寄钱呢。他为了什么？他为了我们处罚的那个东西来。酸糖，他为了拿一包酸糖给你。对啊，明天飞，他明天飞越南。然后那个酸糖我给他丢掉了。明天飞越南，你看，真的，这种有心啦，这种粉丝找不到。正所谓有心不怕难，找不到呀。他真的很有心，真的。我跟你讲，大老远徐董真的真的找不到，大老远飞过来的。等一下我们叫他参与我们玩游戏。好，这样等一下飞机票可以吗？可以的。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有的是钱，扫码。错了，我跟你讲，其实他现在叫我出飞机票、酒店，我都出。真的，我单单这3年里面，我们的道具不是我们的道具，以前我们那种古装的，那个叛徒穿的这些东西，我们穿的鱼啦，全部他的，我们那些古装。你有看到那个古装？你有看到那个古装啊？我们穿的古装，我全部还有在。全部都是他给我们的。还在好币。哎，而且那个啊，全部这样子讲的，全部他来的，全部来的。太好了，你徐志佑。对。没有。真的。所以等一下你的机票、你的那个住宿，全部都往里 claim。好的。现在要求我们帮我们分享过一次。分享过一次，我们就跟徐总一起玩游戏了。很多 game 嘛，我们两个很多 game。我该有。帮我问了，不然这样我们要挑战什么了？什么？那如果拉到的人跟拉不到的人怎么样？拉到啊！我们先第一个拉球，你哎，你要中国钱？有没有中国钱？有中国钱。我阿里 pay， 可以啊。我们等3000，我们等，哎，等3000，等3000。OK， 3000。你那天是丢，你今天拉吧？对，今天拉吧。如果拉不到就很丢脸。要惩罚哦！我吃酸糖了，我跟他 PK 了。不要那个酸糖，一次吃3颗。啊，这是5颗。5颗。没有，你拿来酸台来，酸台来，干爹来。没有酸的，他酸的，他哪里来的酸台？他的那个，他买的，那个酸是酸到你发麻那一种。我的脸会揪起来，很酸。人家讲不笑脸臭臭的，徐董。你吃普通的糖，你的脸都揪了，你吃酸台还揪到怎样？100颗可以玩几次 ？Oh my god！ 我看到酸台，这个很痛的，那个舌头会咬到。你快。100颗可以玩几次？我快，我不会吃酸的。不吃酸的。等一下，我不吃，因为我的胃的关系。对，我的胃的关系。老人家。我们快呀！看了就酸了，看了就酸了。哇，我口水全部流到我嘴巴上面，感觉已经很了。来了，那个 kick 来了。有没有酸到呀？有没有？开始了。一点都不酸。开始了。到目前还可以接受。可能到后面。他后面 kick 来的，证明这个不够酸。
再打一把了。没有证明什么？证明他的味觉没有了。你要吃三粒。重口味的。重口味。来呀，像我吃柠檬，吃柠檬。输了吃柠檬嘛，等一下我们嘛，对不对？柠檬。这不算，这个不算，这不算。我们是手把柠檬，直接柠檬来咬。我们没有做假的，我们算讲算不算讲不算的。柠檬来咬。OK， 我们走。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去试聊，走。来 ，Fiona， 帮我们分享啊 ，Jennifer Fu， Fiona， 谢谢。Fiona Fina 最近跟我们剪那个片剪的不错。谢谢，谢谢 Fiona， 跟他一起动，谢谢你啊。两千五了啊，你们帮我们分享出去。走啦。有点晃晃，要小心一下下啊！我们现在人在哪里？我们现在人在渔人码头。接什么？这个 Joy Ching。Joy Ching 啊，偶像很漂亮。不是，他说我的脸很亮。我嘞，我的脸很亮，对不对？昨天干嘛？昨天我偷凉。你讲容光焕发。哎，走。没有处罚什么？处罚你要跟人家讲话，比赛完了处罚。那个柠檬糖没有用了，直接用吃的，整粒的柠檬来咬。OK， 我们先丢球先是吧？要丢球先还是玩那个？丢球先呐。OK， 那走了，那个走。哇，来这里就是渔人码头啊，等下啊，你看，有很多吃的，包下整场啊，我们包整场啊，叫保安帮我们清场，为了直播给你们看。我觉得啦。明明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灯已经全部关了，倒闭了。没啦，因为今天是weekday， 对，周日啦，周日人没有那么多。你去哪里？要。老黄哥要去哪里？他家里。老板，要点手打柠檬。我跟你讲哦，很奇怪，他们这里，这个，你看他的柠檬够力的，这个柠檬的青青的一定很酸，不然就跟他直接买生的啦。这个是什么啊？芒果。芒果，这芒果。这么大颗啊！我想问一下老板，你们这里都好多人都喝柠檬茶是吧？对，广东人都比较喜欢喝。哦，是哦，广东人喜欢喝柠檬。为什么？那柠檬茶都要用手打的。可以拍啦，是吗？手打才能打出个香味出来嘛。手打才打出香味。手打那个柠檬的香味一样。我们来一杯。Hello， 两杯。我们先来一杯。我跟你讲，老板，你讲的这一句话讲出我心目中的爽，手打才有那个感觉。啊，你用什么手打？用手打。你用手打什么？我手打哪里？面团。我12岁就会打了。打面团。这么早？啊 ，OK 啊。那么早？他问你那么早啊？那么早？我12岁，我们那边早熟。早。哇，这个是什么？柠檬，哇，很酸诶！师傅，你试试看，你踹一口，你咬一口，踹一口。拿嘛，可以吗？直接跟他买啊！没有，等一下我们给他钱了，你给我吃，给我切。我们可以，我们付款。手打柠檬的柠檬到底有多酸？给我切一半。哎呀，我要看它多酸。哎呦，青色的嘞，还没有熟的嘞。我对酸是最敏感。所以你胃不行，因为我全身都是酸性。哦，你酸性啊？全部是酸性，那就吃柠檬哦。但你们这个条件没有，可以调节酸碱度的。他的人也是臭酸的，过期了的。哎呦呦，酸啊！那个味道是精生了。哎呦，口水！杰哥，你没有吃你的脸，像你吃了这样哎。很酸哇！要拿那个水，先帮你拿那个。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刚才开啊。你要什么？开水吗？去哪里？我刚才不行。我想踹一片。没有，我们 OK 呢，踹一片。我踹它这里有这样酸吗？对。我踹一下。它是酸到响啊！他妈在看的人的。哇，精神嘞！哦，精神啊！哎呦。等就用这个玩啦。哦。OK， 我们就玩这个啊。我们就玩这个。哎，你要加泡什么？手打柠檬水，手打柠檬茶，所以手打柠檬茶，你要拍，去中央拍的，我老板我可以进去吗？尽量可以啊，这样吧。好，那我们一起进去。手打柠檬茶，手打柠檬茶啊。只能用手打吗？用对，来啊，老板你做这一行多久了？啊，这一行啊，我没多久啊。对，哪里人？等一下。哪里人？那我自己来是吧？好一点。三千人，来高歌一曲吧，来一首。哪里人？湖南的。唱你家乡的歌，一首歌。来一首湖南歌曲呗。我不会唱湖南。我们这边是新加坡，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对。马来西亚的。我们直播。马来西亚的哦，那华人华侨朋友们，你们好啊。OK。我是湖南的，广东湖南的。什么名字？啊。什么曾曾经的曾，曾经的曾，对，就曾国藩，我们湖南最有名的曾国藩。哦，有人认到你啊！哎，你好，你好，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我叫什么名？林北。哦，林北。林北。他过来我耳朵后面，懂怎么骂？看你前面那个是王林吗？是，我是。因为我在中国是小雨。王林这么有名啊？我很有名。你认识吗？你认识吗？啊，不认识。王林大师，西贡大师，王林是那个吗？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是林北王雷。我在做直播，在卖鱼的。哦，卖鱼啊！我是卖鱼的。风浪越大，鱼越贵。哇塞，说得好啊！这个这是什么？这个打柠檬的，打柠檬这样打吗？对，这样打吗？这个的话就是有点那个有没有专业的？专业的。OK 啊，我们跟他讲打，我们跟他讲打，我们学他讲打。为什么？我们新马是这样打。哦，我们新马是这样打的，我们这个你们也是这样打，也有这样子打的，一样哎，是不一样。我们去试看看啦，来，继续，上阵来拿，早就上阵了。手打柠檬，我们来看到你怎么打嘞？在疫情一直看到我的视频，对不对？对，带给很多人欢乐，对不对？对，看了可多了。这个问题，你觉得他真人比较帅，还是荧幕比较帅？真人比较帅。哇！你好厉害，讲骗话。爽你几岁？哇，我2000年的。2000年哦，二十四岁。24岁。等一下，你是在这边做生意啊？没有，我在这里看的。哦。管理员做保护费了。没有，妈的，别乱讲啊！来来来来，看他讲打，他们打是这样打哦，用手的，真的。用手打柠檬。那我就手打柠檬茶。哇哇，真的。我来计时，等一下，老板，我来计时，你一杯真的用打的？哦，真的，要不你试试啊？真的，你打心里啊，老板，我来计时，你需要多久来打好一杯？好吗？这个很快，这个来一二三，开始。好，那就快一点啊！哇塞，打到碎冰哎！你看上，你看，真的碎碎耶！真的用手打了嘞！那个柠檬的香味已经出来了。对，为什么？好厉害！为什么你不要用机器打？对吗？为什么？没味道。这个通过这个传统的话，就是要手工做吗？哦，没灵魂，灵魂做对手工制作比机做的更好喝。哦，再继续来，3200人帮我们分享多一次好不好？20秒。啊，可以了，可以了，我来到大陆叫他讲话，你笑，可以了，不是可以了，你笑人家，你的可以不准，可以不准哦，你可以有点落空了，你是湖南哪里哦？我湖南湘乡，湖南湘乡，我是湖南臭臭。我知道你要讲这个，来加嘛。然后柠檬茶，那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哇，你看了冰，他用手打的，用手打的，20多秒，用手打的，用手打的。这个是什么？糖浆，对，糖浆。然后又起老婆了没有？做好了那个茶几，起老婆了没有你？啊，起老婆了没有？有介绍的吗？有啊，我介绍旁边两位。有介绍的那就没有。OK， 我介绍你。有介绍的那就没有。我介绍。我懂了，介绍谁啊？我介绍你，我姐姐。歪歪。你姐姐啊？我姐姐。歪歪。今年87岁，还没有结婚。这样子。买一送一。这样子会不会的不太好？一个女儿配套，她是个配套，真的。哎，做王雷的家人哎，不错，可以考虑一下。那非常好啊。对呀，非常好。还有钱，要叫我们分享嘞。有钱的话，那我们3300。那就还有钱，他很有钱啊。这样子一辈子好了。那如果他姐想跟你生孩子，可以吗？87岁，那能生吗？哇，你打完你还要摇啊？你是刚才一样打。啊，现在又摇，这个要摇不要摇远啊？你们新加坡一样吗？新加坡不一样啊，新加坡一摇了啊就睡觉了，啊，就睡觉了。晕车摇到晕。那边会晚一点。会吐。娶老婆了吗？啊，还没有。在湖南。有在湖南没有？你来广州多久了？广州10多年了吧？10多年了，连还没有娶老婆，连你要解决去哪里解决啊？那你解决？我解决，我没解决，没有解决，解决，你要怎样去解决？这是一定要慢慢生。哦，这个样子，现在没有了，以前有。啊，现在没有了。现在呢？啊，现在我就跟我像你刚刚那个动作了。哦，不要，那个动作了。3500。坦白，等你回跌嘛。OK。你个也给两百回啊，OK。这回事，恁就回事恁嘞。搞定。你袂使，你袂使，你嫌累哦。无嫌累，知道是阿里贝。200你嫌累哦。龙总，那你嫌累就200。你要200，你要200，这回过年嘞啊。啊，过年啊。你们这回过年啊？我支付宝，闽南。你们讲闽南话，闽南话。闽南，我们是中国福建人。啊，是我们中国华侨过去。这个那边还有多少？厦门。
像我们因为我们闽南话多数因为我你叫你闽南话，我不会懂吗？有没有？大家好，大家好，就是大家好哦，大家好，大家都是。他们讲他长得像你弟弟。大家好，大家好，吃饱没？这什么意思？吃饱没？吃饱了吗？吃饱没？吃饱了吗？这不是叫吃饱了吧？吃饱没？吃饱了吗？真的啊？我真的没了，那你跟问，我以为是吃饱饱，吃饱饱了。吃饱，你去问看看。吃饱饱，你去找，你去谷歌，你去谷歌找，真的。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吃饱没？吃饱没？对，吃饱了。干呐，空干呐，要欢迎你们来。欢迎的意思，欢迎呐，欢迎你们来广州。空干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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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敢讲的嘛。大家好，大家好，空干呐。哎呀，说得好，说得好，真的，这有点像 Eric 啊。哎，真的 ，Eric， 这个。这一行做了几年了啊？做这个两三年吧。OK 啦，我们这个多少钱这样一杯？这个十四，十四块。我们刷，要刷他们对。支付宝你好吗？支付，来这边。扫码，来扫码环节。扫码在这边啦。支付宝是微信的。扫码付款。支付宝这边呢？支付宝啊。支付宝能扫吗？可以扫。好来。这边呢？一篮青青菜，六元都要。来。一斤老细。一斤老细，对，一篮老细。十四啊。一不能啊，一不能怎样让？哎，我们讲的是什么话？对，我刚才讲闽南话。跳舞啊，跳舞啊！他闽南话，大家好，大家好，空干呐，空干呐，空干的在什么意思？啊，欢迎你，欢迎你来广州吗？没有，那个后面那一句来了广州，你要讲空干呐，感应呐，空干呐，给你啦。感谢老师，真的，那非常感谢，那你们不要给再找我啊！不要，赶紧来，再找我，你快讲给不会讲，你可以讲你赶快来找我，真的变强，我强一点，没有，你不要听啊，你讲干呐，讲干呐，赶紧来，好，空干好，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接到新朋友，姓陈，陈先生，真是你。啊，真啊，曾经的曾是个多音字，真，这个人真真，包他教会你华文。那个姓那个曾国藩是在这个清朝的时候是比较有名的。没有，你不要跟我清朝啊，你看你别跟我清朝，你别骂那这样子是不是？他姓曾，曾曾啊，对，曾曾家曾家，曾莹莹的曾啊，对对，曾国成的曾，曾国成的曾，下面一个日的吧，曾啊，下面一个日啊，一个叫下面一个日，对不对？对，这样子。两个，哇，他写字在你手嘞。他很认真的写，他写字在你手。起老婆了没有？好，你问第三次了，问三次了，今天你又赢到一个产品，什么产品？一个老婆。后面那个可以今晚帮你冲，可以啊，帮你冲凉，对对对，房卡单身，他母胎单身，对，今天单身，他结婚了，他不是处女，可以接受吗？这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有什么关系啊？他是做口碑的，对，口碑很好哦，而且之前是空姐呢，对，四千了，而且我也做手背的，哇，这么多才多艺哦，真厉害，手背的，对，厉害，哎，真中。曾总在夜闯店，今晚帮你按摩哈，曾总，哎呀，你看这么几块金啊！不过你要控制一下，他的表情有问题啊！你们逗我开心了，你们不要逗我开心。哦，我正宗是老戏，这么好的事，你是老戏。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关门了。打工了，我就直接去了，不做了，这个是老戏。直接去，一般做工了嘞，要看点了，你太看点了，谢谢。没有，哎。可是老那个不是处罚，他弄到这样好喝。没有了，没有办法了。刚才拿一个 orange， 有没有加？来吗？来吗？你可以给我们柠檬吗？切柠檬，切片，切掉皮。这个我吃过。没有，你给我切。切像刚才这样，切皮刮掉是吧？啊，刮掉皮啊，刮掉皮啊，啊，刮掉皮啊。去包皮是吧？对，去包皮就好，那个肉留着哦，小心不要太深会流血。对，来帮我们分享啊！记得帮我们分享啊，小心啊！对，小心哦，小心手哦！老板应该是不会，老板，不是，你这样切，哇，你会啊？哎，应该切很危险。不要！你好像忙讲话讲，哎，拿下，不要拍照，啊，你会啊？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切东西，切东西有可以，我们切东西不会。你会呀、啊？哇，好厉害哦，真的、哦。哇，可以啊，这个王老师好厉害呀、啊哦！怎么你连切东西都会呢？你好厉害啊！我最，你知道我什么最厉害吗？什么厉害？切东西。做爱，我做爱最厉害。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啊！你是口碑了吗？哎呦哎呦，哎呦，哇，切的是模式样了。我上次是看他切东西嘞，真的是模式样啊。每次，你懂为什么切东西这样厉害吗？这个很像切什么的吗？切包皮。切包皮，哈哈哈哈哈哈！自己的包皮。伟雄的应该是这样子切过。难怪伟雄整天讲他没有包皮。输的人，哎呦，整粒吃下去完蛋喽。该走。Oh no！ 老板再见。好，再见再见。下回见，谢谢你，谢谢老板。谢谢大家，哎，四千人帮我们分享啊，帮我们分享。好酸哦，这东西。我们来 PK 啦，师傅。哎，你去哪里？去哪里？这边，这边。PK 啦，这个，这个，哇，这个，这个。好。我有点担心哦，搞不好一粒柠檬不够。输的人呢，咬一口。你这样判定输？妈的，一局了，一千。没有了，没有一局，不可能，你一局拿得到的。怎样？怎样？没有，一局二十个圈。你只要能盖住就赢了咯。只要没有东西就输了。啊，一我们。讲买啊，老板，随便玩，三十元二十个圈。OK， 我们去三十元二十个圈。这鞋这边这样大，他问老板怎么玩？五十元四十个啦。我们要拿出来，我们要拿出来，我们拿出来。卖五十个，五十块钱。哎，只有只有，来来帮我拿。来，大家。我觉得一颗吧，一颗柠檬不够。来，看估一下，没有一个够了。我觉得不够，一个够，因为搞不好一口啊。没有，等一下我切片了。OK， 几个人数？没有。可能输到最后一个，真的，你很有信心啊，你有把握啊？这个很难，我没有把握，这个很难的，这个很难，很难的啊，老板，这个很难哦。难怪老板赚很多钱，是有个技巧的。老板不难啊，老板你可以示范一次吗？难不难？不难啊，不难，示范一次看看。老板示范一次呗，来，师兄帮我拿这个柠檬，我们要放在那边。太酸了，我远远都不。我来，我帮你。你送吧。等下我们调一下。好。还有拿出那个柠檡，你要全程拿出柠檬。多谢，来。哎，你很适合在这里做工嘞。看你这个穿着，你很适合，很适合。你坐在这边，你坐在这边。Sorry。Uncle Ringo， Uncle Ringo， 倒了。Uncle Ringo， Uncle Ringo。来，我们接比赛啊，没有落到的人啊 ，OK， 可以。没有落到人，一人几次机会？一人几次？我们有五十个，刚好一人十个。一个人十个啊？对，一人十个。一人十个啊。真的，哎，你看老板在示范，你看老板在示范给你看，哎，老板一个都没有进哎，老板你一个都没进哎，完了，哇，啊，未进真的，老板是不是套到这个大围巾了？哇，这个老板这个可以算我们套的吧？哇，这个进啊，这个进啊 ，OK， 这样简单哎，一，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我十个人，来，对了。来，你等一下啊，你去游玩，你去游玩，来，要帮我们分享，帮我们分享啊，分享起来，输的要吃这粒柠檬啊，对，一人一口，嗯，师傅，师傅先来，加油，啊，师傅加油，加油，加油，偷师，Uncle Ringo， 加油 ，Uncle， 加油。没有，最后几个，最后四个，没有。这个在丢什么？这个没有。什么？你都没进啊？喊不浪，你的拉拉最多喊到没有力啊？没有嘞，一个。Oh my god！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机会连环。哇！中哎！来参加，哇，中了一个啊！中一个啊！跟你别剪出来，陈伟豪，我一叫你再看的，跟你别剪出来啊！他们全部打定你不会中哎，完蛋了 ！OK， 来，杰克林，下不了，下一个是谁？你有什么呛下线？你先看这边先呢。我一定进得了。啊，算了 ，OK， 来继续，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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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挂住这个，林北跟你洗底裤洗一年。怎么？什么意思？杰克林，那个挂了。看耳朵了。挂住耳朵你就中了。洗底裤哎！你认。哇，我要你帮我洗底裤。我跟你讲啊。输的啊，真的要吃柠檬的啊，没有得哭的啊，不可以吐出来，没得哭啊，不可以哭啊，我会酸到哭啊，不可以哭的啊，不可以哭的，不要哭，不要哭，哎，你要 excuse me， 我套在你的吧，可能，等下我套在你会酸吗？不可能，你偷到后面来的，你们，李贝贝啊，开始，人家看我在外面。等一下，要你套后面的那个才有洗底裤。管他吧，
不可能，这个会中啊！你不要害怕。哎，这个你加油！你不要叫他，不要叫他，好好来。后面没有，你要丢在镜头这边前面的就好了。哇，他中了！金手了，怎么那么厉害啊？中两个了，中两个了，再来一次。多一个，没有 ，OK， 来到我，我一个啊，一比一，我们一比一啊，哇，完蛋了，压力会吗？有一点呢，完蛋了，哇 ，OK， 哎，他们在靠前面第一排呢，我不知道，我也是打算这样子，你看，哇，你要叫我们吗？没有，挑战，开始，不该哭的，哎，你不该哭啊，哭了，哭你吗？不该哭。完蛋了，慧珍，你直接吃柠檬算了。什么五个？十个，不用了，完结。还有五个。慧珍，你在做什么鬼？真的，你在做什么啊你？一定要吃的啊！哎、欸，我心爆啊，心爆啊，前面。现在镜头拿掉啊！来，剩最后一个啊！完蛋了！完蛋了！吃鸡蛋。许志佑。Donovan。哦。Donovan。许志佑先，我期待，你跟我一起哈。不可能的。柠檬一人一半。没有，你后面那个就有可能。这个。来。到这个老人家了。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加油，把你的洪荒之力都使出来呗！不要陪你吃柠檬。我们一粒柠檬可以分三个人吃的。加油！很难哦，很难哦。差不多。这个挺难的。很难哦。差不多了。再来。哎。后面的。哎，你后面那个王磊帮你洗底裤。可能的，后面有点难，真的不行。哦。不可能会中啊！加油！哦，还有动作哎。真的很差一点呢，哎，3800人帮我们分享嘞，给我们去4000。Oh my god， 最后一个，你跟慧珍应该是完蛋了。你男男的要有志气，我宁愿输，我宁愿吃柠檬。真的啦，前面可以的。我也要跳不到。OK， 搞不好真的，我陪你，搞不好真的是我们三个哎。其实，会送你哈，来嘞。我也是不介意陪你们，我不是不赢。我是陪你们的。OK， Brotherhood 啊。如果我不小心进到，也没有办法啦。OK， 我不会很。啊，你不要讲这样多，先我们看实力。OK， 来，哎，那个东西要倒了。你要看。哎，有。镜头拿上高了你。因为他很高。加油！可以。中了，中一个。再来一个，哎，Donovan，如果你是男人，你就丢后面一点啊，你就丢后面一点，你丢后面一点，慢慢静静的玩，啊，这样为什么不要拿这样？看到吗？可以，加油，哎，加油，来，哦，两个，哇，知道吗？哇，好厉害啊！再来，喂，加油，喂。超了你！没，这样就走。Oh my god！ 现在剩两个啊，是我们两个。喜之又哎，完全的没有 PK 吗？ PK 吗？对，完全的啊。老板，谢谢你啊，谢谢你。哎，那个可以带回家。哇！带回家。你要带回家？哦，这个可以拿回家，两个。我拿的，好漂亮。可以拿。老板可以申请 PK 吗？对，师傅，你回去先要不要开一个档口？可以申请 PK 啊？真的？要不要？我拿 PK 啊 ？PK， 如果输了就吃，如果两个都没中一起吃。OK， 来端一局，好不好？好，来，王某，十个，来跟他说，全部在玩了，没有，我跟他 PK。OK， 卖两个，好来，你们去，我帮你拿镜头。哎，我要准备，我去切先。你去切，准备啊，两。你要切准准呢，徐总，那么厉害，徐总手下留情，拜托。我有一个，好精色，这个很可爱，好喜欢这金色的。OK， 来，徐总。加油！铺我的啦，铺我的啦！柠檬很好吃的，柠檬吃多可以瘦身，很好。我跟你讲，对不对？
第三个以后，前面两个我跟东南门不一样，所以你要前面两排我不算的，你不算的哦，你讲的哦，从第四排开始，你说的哦，第三排开始，第三排开始，你说的哦，对，第三排开始，第三排啊，好 ，OK， 你先开始，你先开始，老板切柠檬，老板切柠檬，老板雷，王雷，你看直播天王跑去切柠檬这边，他跑去，他在哪里？他自己切，他自己切柠檬，他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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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是他的亲生弟弟。哦，原来他也姓曾。好来聊，好来，哎，真的是要熟悉。没有输的人啊，如果搞完呢，分不出啊，一人一口。输的人啊，这个下去。输的人一个人吃到完，没有的推出来了，没有的推出来，我可以给你水，可以给你白开水，可以来，来，来来来，徐总，没有，王雷知道他有中，他不要。他已经跟他讲他不要了。Lady first, lady first. Lady first, lady first. 来 ，Lady, lady, 来。Pretty lady, pretty lady. 要拿镜头，来，我帮你拿吧，我帮你拿。要拿镜头，等一下慢慢拿。来来来，来，王雷有中一个没有拿。对对对，他不要，他不要，他讲他不要。忘记，莹莹没有在，也没有教练教我。教练讲我要投那个框。投那个框，投那个框。对对对对。来。一杯杯。是 K 在三千。三千八。会战加油，刷上来！大力分奖过一次，来啦！我让你啊！哇啦喂！哎，说话说话的呀！加油！哎，是要等下会战，你是要穿进去，不是要打倒他嘞？不是打倒他嘞？哎，你可以 M right side 的嘛？你 M right side 的？哎，他讲耳朵挂坠了。啊，中了这个。一个。算了，哇，你中了，人不用丢了。没事，平手也是一起的啊。OK， 二四，来加油，最后两个，最后一个。哦，我现在好紧张。加油 ，OK， 一个。哇，大师级啊，机会很高啊。这样用。等下，等下，等下，就是卖一个团队，每个人都中了，除了你。来，来，加油！这样用，紧张。吃柠檬，徐总加油。第三排以后才算啊，前面的。OK， 他讲他要。这样很明显，很明显，很明显，他要吃柠檬。啊！你多一个他就输了。对，他也就要多一个他就输了。等一下，这是两粒啊。两粒，对呀。讲啊，我跟你讲，真的，我套大只的哪一个 ？OK， 来你套一个。哎，他讲啊，他如果他好骄傲，他就输了啊。来，如果我们要平手嘞？没有的，平手就有一个。啊，来，一个套这个。没有啦，来吧，不要害我。徐总，随便啦。我要偷那个。不可能的啦！如果他大师的中，我也跟你一起过新年。马多加油！哦，可能的啦，会中我剁掉。妈的，不可能的啦！你懂为什么吗？因为他也是每次夜市有的玩的。哇，那边的多玩的。来了，他放水了啦！他放水了，来走。你来看看，这都放水了，一玩就没有，一玩，为什么呢？一玩就没有提议精神了。对了，我们就是蛋。谢谢。走走走。哎，我们有两个嘞。来 ，Let's go，Let's go。哎，四千人啊，现在帮我们分享，给我们破四千呢。啊，为什么呢？喜之又没有提议精神，我们就不要玩。一定要提议精神的。我有提议精神。没有，我们看得看得出的。那我们看得出。因为这个是游戏。啊，因为这个游戏有来。来，我们直接吃啊，反正因为反正不是我吃的，肯定要管到他，对不对？ <Okay. S 2> 啊，来跟呢，所以我们惩罚还是惩罚啊，大家哎帮我们四千人，他妈的，我就是不能过，哦，因为单纯教讲什么，拿回去给王雷的孙。然后你没有去拿，你拿了一对对对，我两只，我是怕打破。要放飞机打破，衣服放在衣服里面，衣服塞住，高度可以吗？这个高度好像感觉不行啊，已经好像不行哎。OK， 然后后面的不是太低了，要放这边，太低了。你不要让我聊了，低了。我觉得这里会太高，你再拉多一点。不是，他没有在这，他等下风又来了。可以了。太高了，等一下。我的心情啊。对啊，我们调整一下啊。OK 啊，好了，漂亮，来啊 ，beautiful， 来，帮我分享啊，来，没有的配的，没有的配出来的，没有的配出来的啊，你们要水这边有水，很酸，我跟你讲，你们自己拿水啊，徐总，整粒要吃到完了 ，OK， 帮我们分享多一次，徐总，你喝水吗？这是哎，青色啊，很清的柠檬啊，真的很清的柠檬，徐总，你喝水吗？这个应该不用喝水。
那很酸。OK， 来是 OK 啦。你先吗？是，它是西北响。Lady Bird， 你先啊，你先。不过它是响，它是很响，它是很响，它不是它不是酸哎，它是很苦苦到不是响，涩涩这样啦。啊，它很响，苦到涩涩这样子。对对对，它不是酸。OK， 我先来啊。来啊。啊，来来来来来。哇，来来来，弄嫂，没有声音啊，玛丽莎起来了，叫你哦。现在帮我们，现在帮我们，现在有了，有了，来啦，有了，来啊！表演一口吞柠檬，现在开始。啊！哭！啊！疯了，这个鹅啊！哭！咬咬咬咬咬咬咬！不可以吹了啊！不可以吹，这边是一粒的。哇！不可以啊，那个字要吞下去啊！呜呜，要吞下去啊，要吞下去的、啊。我们尽量要玩，要玩深一点啊！妈的，不可以，所以以后你们就不会尽量不会处罚了、啊。哦，啊，没有的，要你就配水，我可以给你水。哦、啊、哦哦，干你娘！你好像 OK OK 哦。Okay, okay. 哦，你好像干面奥利卡称的哦。哦，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了，我们我跟你们讲啊，我们开始一点、我们都哦，不可以逼出来啊，不可以逼出来的，不可以逼出来。我们刚才游戏规则已经讲了，已经讲了，它是虾，它不会酸，它是虾，它虾不是酸，虾虾跟酸你都不是。跟你跟一片不一样啊！来来来来来，干爹来来来来，加油加油加油！干爹脸都羞红了，来没有了，干爹游戏处罚要照走的，没有的不出来啊！吃完了给喝水啊！干了，没有干的也是要吞下去慢慢咬，没有要吃可以吃的，这个要吞进去啊！可以的，妈输了，刚才讲了，很给力哦，有哦有哦，吞落去吞落去，来老亏，来姐姐，李姐跟您叫女朋友，菲欧娜叫你加油，真的，张伟生说很好吃。真香，对吧？真香啊！来，真的，来，我们吃一片好，这一片都没大。哇，这个，哇，又吃了一口，哎，我肚子里我在吃。啊，肚子去现在又自己出来，这，来，流汗了，你看，我看到流汗。来，哇，你这有多毛？哇，这个不，我给你们站在后面，等一下我给你解药。我跟你解药，我跟你解药就跟你解药 ，OK， 来来，我跟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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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你们两个不要跑，我跟你解药，我跟你解药啊，我跟你解药啊啊！加油，伟珍加油！哦，肯定是，肯定是，哦，这个，伟珍你要吞到完呢。来，不可以，不要，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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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了，干你呐！啊，刚才浪他，啊，你家刚才，我以后出国不要来找我。来，我跟你讲啊。来，看你呐，刚才一直浪，你们都知道，因为整理了，你们看的都酸了，对不对？我们在旁边闻味道都酸了。你们自己都要流口水，看到没？你吐进去了，然后你吃回来的这个更酸呢。看你了，王小雷讲什么嘞？哇，流眼泪。王小雷，你干你呐，这样大力他叫你吞，吞个烂趴。干你那大神玩完了，你不要叫人家干那给在喉咙呢。冒冒吃，没有你咬的，很你妈。你输了，你得自己吃。你自己吃，自己吃。啊，你呢？很酸。哇！这没关系，酸你知道要用什么来解，你知道吗？甜。不是，烧。哦。烧就解掉了。真的。所以我们就马上泡烧水给你喝。哇！这而且不是我泡哦，我叫一个重量机，真的是重量机了哦。真的，它是重量重，它是80公斤，超过，不是正零，超过100，大概零一131.6，他大概讲，他121.6，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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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我觉得我看了目测应该是哦，算了，快点来烧的啊，来我们的重量机来，我又回来了，好的，我跟他们讲，烧的可以解解，好，快点，马上喝，马上泡，人家是要烧来解酸吗？这个连烧都不需要。我连烧都不需要 ，OK， 我跟你们讲，今天什么啊？今天你们干家期待的，等一下你们期待啊，很多人在问的，期待的，很多人是在问的。来了，来了，一定爆的这个 ，OK， 爆单的来了啊！来泡啊，他们一定要喝。现在啊，来啊，救命啊！他们喝啊，你看啦，倒热水，倒热水，马上给你喝啊！很多人都在问的，对，今天这个一定爆单。OK， 它里面有一个汤匙啦哈，有一个汤匙给你啦。OK， 它里面有一个汤匙，你要挖啦哈。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我先装先。哇，给他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我的最爱。给你喝先，懂的人全部打上来。来，懂的人全部打上来好不好？懂的人打上来。行行行行。来，要喝完了，有点给我。
来，你看，马上结的，好，我们马上结的，来，马上结的，马上结的，马上结的，这个一粒柠檬算什么？再来啦！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那刚刚哇 ，best。哎，原来这样子搭配也蛮不错的嘞。对，来柠檬，然后酱黑芝麻，知道这个是什么？打上来，大家。可以续杯吗？可以续杯吗？全部打了，黑芝麻，黑芝麻。我给你喝一口，他喝完整杯。我先滴 green sesame。对呀，对呀。我刚刚用来过，超好吃。这个东西好喝的，刷一排好喝上来先。两个月了，足足等了两个月。为什么每一次啦，在这样多个平台里面呢、啊？你有听过什么可可的啦、代餐呐、什么代餐代餐？今天这个不是代餐，这个是谷粮。谷粮是在 pharmacy 卖的谷粮。我可以跟你们讲，老人家喝的全部会很怕消化不良。你有胃痛、胃风的，你怕喝了谷粮会胃胀风。今天我们这个黑芝麻的谷粮，它的好处在哪里？各位朋友们，在哪？今天这个 black sesame，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谷粮不只是可以喝来给你填饱肚子，喝来永远不腻，而且这个是糖尿病者都适合喝。再来，我跟你们讲，这一个谷粮你喝了过后，你黑头发也会更多。哇，头发变黑了。以前的皇帝为什么要用黑芝麻来洗头？有发现到吗？真的、今天我们是用黑芝麻提取物去吸收进我们的身体。今天这个 black sesame 除了 black sesame， 它里面的谷粮有差不多30多种，它全部 mix 在一起。可是你有发现到有一些谷粮哦，它会很腻，它泡出来很浓稠。那么当你喝下去哦，你会呛呛，你的喉咙好像卡住卡住，你喝了你会有厌欲感。你懂吗？你会好像要，哎呦，我不想再喝。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你要减肥又好，你要健康又好，你有三高又好，你这个直接喝，为什么？我三高都可以啊。可以，因为为什么？我跟你们讲，这个里面是零脂肪，人家喝来减肥成功，人家喝了减肥10kg。而且这个当你喝了过后，你的身体健康更加好。你今天你讲啦，你喝米露啦，你喝外面的三合薏麦片那一些啦，我跟你讲，全部都是糖浆，对，糖分多。今天这个你谁都好，你中风人士谁都好都可以喝。为什么？因为这个它很轻薄，而且它里面有营养。今天这个营养呢，你不用用热水哦，你只是用40度的水，它泡出来它的营养就开始出来了。当它的营养一出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吸收下去的时候，我跟你讲100%。因为很多外面的谷粮你一定要用热水，要不然它泡不开。刚才我跟你们讲啊，再补充啊，我再倒出来啊。刚才是常温水哎。那是常温水啊。对，没有热水。找不到热水应该。没有没有。常温水都可以。我现在啊，再用普通水啊，矿泉水。我再用普通的水给你。常温水 ，OK。今天你自己要泡几大杯都可以，你自己要几浓稠都可以。超好。今天我只是需要放一汤匙 ，OK， 它里面有汤匙啦哈。你放两汤匙。两茶匙。OK， 或者是三汤匙 ，OK。那它的汤匙是比较大的，你自己看啊。今天我还没有搅，它已经沉淀下去，很细的，所以它的分子是很细。你们吸收下去，你们的身体是100%可以吸收它的营养。吸收。如果外面一坨一坨的那一种呢，它会粘在你的肠胃里面，所以这个它不会导致到你的肠胃卡还是什么。对。今天这个当你一喝了，你是百厌不腻。你今天宵夜 Maggie 面，你换这个，你早餐你没有胃口，你小孩子出下去啊，有时候啊，你吃那种 chocolate 巧克力的、啊。你喝了过后、你会好像要发热气，然后生痰，然后过后会很腻。这个东西百喝不厌，你懂吗？今天我问一下大家，谁想要的刷一号？有吗？很多人在打的，谁想要刷一号？为什么你可以？别人就问了，你是不是早餐都代替这个，所以你瘦这样多？我这个宵夜喝。所以你都吃。因为你看我们直播到几点？早上，所以我们宵夜肚子会饿，我们直接喝这个，直接入睡啊。有一些人饱过头睡不着，这个你刚刚一喝完，你直接睡都没有问题。哇，这一号搭上来，宵夜有没有？会不会燥热？有没有问？会不会燥热？这里很多人打一号，它不会燥热，因为哦，谷粮最主要的是要提取物，你懂吗？如果你不是提取物的话呢，当然它会燥热，因为它用便宜的成分。今天你可以看它的粉有几细，我给你们看，真的放常温水。我给你看它的粉有几细，你们自己看。所以它全部30多种啊，它打成这么细的粉啊，就是可以给你快速吸收，你懂吗？对 ，OK。而且喝了又有饱足感哦。对，最重要这个通，我们来到这边第一天到现在，每天都人在问。真的，你看一号刷屏了，真的已经刷屏了。这个需要等5个星期吗？这个是现在我不知道。BOL 几时发货？4到6个礼拜啊，4到6个礼拜。而且这一罐很大罐哦，每一罐这样子700克，对，很大一罐。你看，哇！所以把你家里的 chocolate 全部代替成黑芝麻。再来，重点，任何谷粮里面都没有营养，我们的谷粮里面有维他命 D3 跟 Resist A， 所以最近 influenza 很多，这个你喝了，你可以抗流感。哇，还可以抗流感！这个是
有专利成分啊，不是我们自己乱乱讲。这里就是来自哪里的？这一个它是 Malaysia 生产，可是 Resist Eight 是来自英国的。OK， 所以这个我跟你讲是百喝不厌，可以配老人家给谁都喝，当然可以，可以啊，更打比更好喝，应付可以吗？可以，更好，更好。你可以放 almond milk， 对，配牛奶，对，就要给老人家喝，奶粉，掺奶粉，你掺豆奶、奶粉什么都可以。几时 expire？ 我们 expire 这个新到不能再新，2025年。2025年啦。OK， 而且这个如果是白发很多的朋友，差不多也可以深黑。2026年，来，等你先。来，穿什么衣服？连美瘦妈妈都讲很好喝。来啊，为什么王雷脱衣服洗北镇？太热了。来，出神明讲说，喜肾的病人可以吃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三高的更要喝啊，三高。因为这个是补充营养百分百，你懂吗？比起你在外面吃一碗鸡饭，我跟你讲，这个的营养一杯是直接是纯营养，你懂吗？哦 ，I mix with Milo。有一些人他要 Milo 的味道哦，你一汤匙 Milo， 这个两汤匙下去，我跟你讲更加分香。小孩子几岁开始可以喝？两三岁都没有问题。对，是的。对，你可以掺在他的奶里面一起喝也是 OK 的，没有问题。好了啊，多少钱？太好了！我跟你讲啊，今天你们买，因为我们没有断的，我们这个是长期买，对，我们长期卖，所以你可以长期跟爸跟我都可以一样。喝完了再回来买。对，请问你有没有心血管疾病可以喝吗？没有问题，可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是营养的，这个是。你看 Joy Oi 讲什么 ？Yes, I realize 我的白头发越来越少。哇！因为芝麻，对，芝麻嘛可以帮黑发哦。你看，所以它有骨梁，所以很健康。不喜欢吃麦片的给小孩子，给小孩子，对，营养成每天小孩子要读书，泡一杯给他喝。对，来，那个请问中风可以喝吗？可以，更要，更要。中风了人或现在在医院的人或现在在疗伤的来洗肾，全部都可以，因为这个是健康的啊。你们可以去哦 ，Malaysia Pharmacy 看啊。现在啊，刚刚来货，黑芝麻越来越贵。对，一罐啊 ，Pharmacy 卖你多少钱？139块。哇，因为这个是大罐的，各位，这个是大罐的。对，700克。是不是有骨粮嘛？有啊，就是黑芝麻。这个是零加糖。零加糖啊，零加。素可以吃吗？素食可以，可以啊，素可以啊。Are you guys ready？ 奶牛啊，奶牛，今天做给你们。做奶牛啊，奶牛给你们拼啊，我们拼啊，888。爸要收一个洗衣机，因为他昨天变我们那个洗衣机，今天我们变他自己的。你讲啊，你讲，我很想咬你的嘴唇，我跟你讲。对啊，你讲多一点。因为他讲绵油嘛，顶不住你，很想咬他嘴唇。他真的还要付12块，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你动嘛都绵油啊？不是绵油。没有，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太多人在等，我们在做功德嘞，给人家，我们卖便宜给人家，对他是缺德嘞，对对，来上架钱钱，来，你们去抢啊！我跟你讲啊，抱歉，今天你相信我们了，你懂我们的 pattern 了。你相信我们呐、啊？你先算 G23 加你要的，来算上来先。加2加3，快点 G23。我先跟你讲，八门西一罐现在卖这139块，好贵。OK， 八门西现在一罐卖这139块，新币多少？大概40多咯。40多，一罐啊，那个是一罐啊，一罐的价钱，而且你还要开车过去买。OK， 今天 G23 加你要数量 ，Master with hot water, warm water, cold water, apple water， OK。来，你们打上来先啊，你们打上来啊 ，OK， 打上来，有人打了，有 ，Any 打加二了啊，因为这个尖秒加起来 Joy Oi 加三是对的，因为你如果你小孩子有老人家家里有孕妇，200套是啊，两马上你看马上有200，再打再打。200套，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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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很多人等很久，真的。200套了，我没有骗你。因为你每个人都知道，你这了之后是价钱一定很便宜的。你的背灯有老量，G23，有老量，而且这个还免邮嘞，可以 COD 吗？可以。哇塞，我们89116000的包，可以 COD。可以 COD。可以，我们就要打你。我们就是要打你！你再讲，我要咬你嘴唇了！你再讲，我想看你咬嘞，你咬下去嘞！不要再讲了，因为这个我们要签那个什么啊？我们代理，我们代理啊，我们代理。以后啊，再这样子卖，我不能卖了。可是你从合同上面写什么吗？什么？什么？他们888不可以卖这个了。哦，他给我们卖。OK， 我们长期，我们长期，已经长期卖。你 anytime 喝完，你给我哎，喝完你 anytime 编我们或者89116000号。这个谁？这个谁？小弟，你给爸，你给爸爸一罐，你的大瓜大哥一罐，邻居一罐。对了，我们还没有公布加一哦，还没有公布价钱。OK， 你今天有讲几套嘛？没有，
他没有了，我们整个空间过货了，我们一路来过，因为卖东西啊，这种好的东西不可以断货，你会被人家骂到要死。对，这一批是2026年，真的，真的到2026。来，老年23，来，加起来，来几套了？几套了？看一下，总共，等下我们看一下。买起来，在泰国买一送一，没有啦，你们哪里的 BB？ 257，257套就加起来，就是要500万，500万的啊！我跟你讲这个品牌啦，没有，我还没过后啊，他又要输王雷了，因为什么？以后888不能卖吗？你懂吗？然后哦，以后如果他再给这样的优惠价啦，我敢讲啊，他一定不敢了，所以哦，你们现在要下单下单，因为我手还在折着。你一开起来一定有那个芝麻的味道，芝麻味很香，啊，一定有芝麻的味道啊。很细，它里面是对，很好吸收。对，它里面是没有奶的，先跟大家讲，没有奶啊，没有奶啊，它是没有色素的，没有糖，没有奶，没有色素。最重要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是它的粉真的是很。Yes， 对对对，要跟大家讲。是你老人家的那个可能胃啊消化不是很好，对不对？它也是非常好的消化。来，我们奶来，你看它的粉很细的，细腻。很细的，不是那种搓搓的，而且你看，然后放下去水的时候啊，刚才老人直接溶解的，你看，马上溶解，你看到吗？它不需要热水来溶化，你看，直接掉的。而且你麦片啊，如果你新加坡麦片，它不会这样沉的，你还要拉，还要拉，还要拉的，你看，它已经沉淀了，你看已经沉了，你看我的上面没有了，全部都没有摇到哎，你看，对，它已经融化了，你看它的芝麻真的很好喝，你看它芝麻，相信我们，我们不是第一次，有人问要讲打很久了，还没有讲价钱，哎，你看来，静音都帮你打了，如果要修的要，今天现在加的人啊。现在有加的人啊，嗯，我再讲多一次啊，那个扩大机23，有加的人啊 ，OK， 怎样？今天啊，怎样？我想要有个家，今天怎样？这个不是888平台，这是没有没有，他换了，听到啊，这边没有换了，老娘，我要给老娘，我这次要给王磊，老娘，老娘，有加的人今晚买一送一，哇，买一罐多少钱？50块，这样一罐才25块。对对对对对对对，一罐才25块，包邮啊，东马西马新加坡全部包邮，集23加你要的数量，25块一罐而已，包邮送到你家。所以刚才加五的朋友，你会收到10块，你可以改，你可以改单，你可以改单，你可以改单，改单还来，可以改改，可以改可以改可以改单啊。对，所以我重复多一遍哈，马来西亚朋友、新加坡的朋友都好，打 G23再加你要的数量。今天我们一罐的价钱。新币50块，但是我们再来送你多一罐，所以就是说是买一送一，新币50块，两罐马币175块。请问一下，这个是一罐啊？如果啊，一家人可以吃多久？我坦白跟你们讲啊，我一个人啊，我一个人啊，我一罐啊，我吃10天吧。哇！你大你泡很厚啦，没有，我一天两餐。哦，对对对对，代餐，他拿来代餐，那也可以，这个可以饱足啦，可以，你要减肥啦，对对，牛奶放多一点，它就更饱。比比利啊，我知道你是我们的常客，他是我们的 long term 的。你看老娘瘦很多哎，全部都换家哦。早餐一喝惯了啊，每一天早餐一定要喝。习惯了。我先跟你们讲，很多人很像王雷的，在广州啊，你懂他怎样吗？他一天吃粥，他7天来他都是吃粥，所以你们是一样的笨的人来的。我跟你讲，终于讲出我们的心声了。所以他吃点心，他午餐吃点心，他7天都是吃，都是吃点心。他是一个很刁心的人。我们这一期真的都是吃一样的东西。对。可是，所以你们大家，如果你们跟王雷一样的话，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来一起加起来。今天加一就2罐 ，OK， 加二就4罐，加三就6罐。I take for breakfast， 其实你也可以 take for your supper as well， 或者更要减肥的朋友。瘦下来的朋友想要找代餐的话，这个也是可以代。我先跟你讲啊，你去医院不要带基金了，过时了，送这一罐。对的，你的谁谁谁怀孕送这一罐。哎，真的，孕妇妈妈们啊，吃了会更好。Actually， 妈咪，如果是 pregnant lady 的话，吃多对 baby 头发长出来不是很黑、很漂亮、很浓密。OK， 来新加坡的关键字跟马来西亚的关键字都是一样的。OK， 我们现在是在 BOL。OK， 我们不是888。新加坡、马来西亚打 G23加23。对，今天 BOL 是请888来站台，所以是友谊价钱50块新币，马币175块。对，而且我不是站台，那你是啊？那你是友情讲解员？哦，不是，我是啊，卖鱼哥新团队的直播员。哦，不可以，这个直播员是不会玩游戏的，我讲不了。重点不可以嘞，你懂为什么吗？因为你新来的，你一来你可以干掉很多人的。真的，可以干掉每一个那种破铜烂铁的。我们的饭碗没有了，我们要喝这个了。OK， 来，我重复多一遍。
他，所以今天新币50块嘞，已经是包邮了。马币175块也已经是包邮了。G23，马来西亚、新加坡都直接打 G23的酱料数量。今天我们买一罐送一罐 ，OK？ 所以赶快六个星期收到啊！7、6、5、4、3、2、1。有人问很甜吗？不会，它没有加糖的，里面没有糖分，真的。而且哦，它是没有色素的，全部都是纯天然。小妹 complain 啊，订了3个月还没有来，小妹。小妹，真的，小妹，你有还钱吗？你有还钱？我当然给你弄了啊。PM and Min， OK， free delivery for Singapore and Malaysia， 全新马包邮。我们的好朋友，啊，他都新来这个，长期吃这个，都在吃这个。我家里也是。他收精了，他说很好，真的。他吃了这个来也精，他的精回来。没有了，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你不好这样子嘞，很多人会要吃啊。OK， 来 next 下一标，来下一标啊，这个第一次看到。什么？不错嘞，我跟你们讲。这个什么？黄磷、花啦。等一下，我们换镜头啊！这个鱼仔来，这个黄磷家族。哎呦，这个什么啊？卖鱼的团队。什么啊？我先跟你们讲，今天这个是养生的啊。今天这个是炖汤。哇！而且你不用去开你的火炉，什么都不用。哇 ，gas free， 需要4到5个小时。你看啊，对，炖汤是需要4到5个小时吗？你这里看啊。底部旋转一圈加热。广州最出名的是点心、炖汤、砂煲粥。对对，广州最厉害的。今天我跟你们讲啊，我这里一圈，你看要跟着它的 arrow 啊，这边要跟着它的 arrow 啊。等下，我这样子啊 ，OK， 我这样子转一圈啊，你要转完一圈它，就是时钟等吧的呀。对，你要跟着它的 arrow， 因为它有一张纸的。时钟啊，时钟，时钟怎么？实际时钟。逆时钟啊，啊，懂吗？这样时钟吗？那这样懂吗？逆 clockwise， 懂吗？这样 ，OK， 对吗？老娘，对，这个应该是转了的，有啪啪啪了的，哦，烧了啊！你一转完一圈，它会自动直接发热 ，OK， 它一转完一圈，你会转了，转完了，转完了，转完满圈啊！啊，转满了，满了，它讲了 ，OK， 它会发热，它会冒烟吗？啊！哎，有烟来了，烟来了，烟来了，烟来了！我黑衣服才看得到，对，我黑衣，有，哎，一下子，这个几秒而已，还不到一分钟，几秒，你这样厉害没看得到？真的，没有这边，这个没有，这个没有了，这个还没有，这个还没有，不到一分钟哎，很快，你很厉害哦，他自己在滚，真的在滚了，你听，嗯。哦，它有在有不，它有不，这个喝汤呢？哎，汤在这个，这样不用煮了。对，你可以买了这个，跟你老公说，我炖了8个小时，跟你家婆，结果8分钟就可以吃了。对，需要多久？我跟你讲，这个还是讲8分钟啊。你看，8分钟了。对，哇，这样8分钟你，哎，烧了啊？烧啊！这边有点烧，没有 ，OK 的。你看，可以吗？哇，很厉害嘞！你看那我倒要试看看，对，想 try 的味道，我真的要 try 它的味道，给我准备，给我汤匙，你会爱上它，你会想每天都要喝。你这个哦，你连汤匙都不需要，你不用准备，不要准备，全部等一下，你看，给你看，等下，我们是一步到位的，哇啊，不用汤匙，一站式的啊，一站式的，一步到位的，哦，出来了，你看，哇。真的烧哦，小心耶！烧啊烧啊，它好像一个煲这样哎。对，你会吗？你不要乱转的。对，可以这样转。前一阵子很多是那个火锅发热，不过现在是汤都有哎。而且火锅发热它不好是什么？它需要放水下去。啊对。你懂吗？那一种哦，它是 chemical， 这一个它转下面哦，它就有一个起点，就给它在那边闷热了。哦，Amazing， 真的冒烟了。不是它，你不是你要给它吃，你的镜头错。你的镜头错，你的镜头错，你要给他这样看到整个啊。对，因为这个是什么砂锅，嗯，很像砂锅，迷你，你看有没有像个砂锅？一个人份哦，一人份，一盅一盅的。一盅一盅。我跟你们讲，如果胃口小的，两人份，好像花啦两公婆啊，两人份。那我这种小小。他们问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放冰箱，完全不用放。哎，而且还有两个口味哦。好啦。哦。所以这样子等，而且它的口味是什么？我先跟你们讲啊，一个叫做黑松露花椒土鸡汤，哇，这个嘛，这一种是 Five Star 酒店里面的口味 ，OK。还有一个是陈皮雪梨土鸡汤，最近你不是声带有问题吗？对，喝这个陈皮雪梨土鸡汤 ，OK。再来黑松露花椒，就是养颜美容的花椒汤，花椒知道吧？真的是，花椒我们也是常常。所以我跟你们讲，如果外面炖汤。
你通常什么莲藕排骨、老黄瓜、A B C， 可是这种你去一个 hotel 随随便便一煲汤是要多少钱？二十多到三十多新币。对，要一定要。现在你汤哎，我们那以前有一件什么三中两股啊，三中两件，三中两件，你看三中三件，三中两件，三件三中三件，那一件三中三件一壶要多少钱了？对，那个就对不对？啊，还有店他们很多问题，店小三。啊，店小三，店小三也是蛮贵的，店小三也是。哎，有人问到它会不会很重啊 ？OK， 不会很重。我觉得哈，这种你带出国，一个是228 gram。对，如果这种你带出国，你可能今天想说你想喝，你想喝那种一中汤，你去美国吗？哎呀，孩子读书都可以啊。以后你就带他跟戴辣椒酱两个。对啊，这可以的，我烧啊，这应该可以，这个应该可以来。上来了，我来表演。哦，你看为什么没有汤匙？全部准备好了。台北有汤匙，台北有。来，沙拉，镜头上给他看，沙拉，镜头上啊。来 ，close up 啊。Ladies and gentlemen， 他不是汤而已，你看，他什么料都在里面，满满。全部在里面啊。你看冒烟了，稍稍。你看，哇，感觉好像那个料很足哎。你看它里面的料啊，你看，哇，鸡肉啊，土鸡是老鸡哦，对，这个叫什么？雪梨啊，雪梨，这个不是假的，这个不是干吗？哇，这个不是干不会啊？你们有闻到什么东西吗？啊，这个一个味道出来了啊，你看呢？哇，但是你看安吉鸡，安吉鸡啊，哇，很香哎，你看安吉鸡也有啊，有点像老火汤。你看来啊，你看来，你看这一片是什么？雪梨不是冬龟，冬龟对，冬龟，冬龟啊，雪梨是另外一片啊，嗯，你看雪梨是另外一片啊，这个不是陈皮啊，这是雪梨啊，是陈皮吗？啊，不是不是雪梨，雪梨你看啦，还有安吉鸡啊，安吉 berry， 沙瓦 bro 啊，来你猜先，什么味道？师傅你嘴巴最刁，不好话要讲哦。喂，我这个烧啊，小心，这个很烧，这个很烧，烧啊，这个烧，这个烧，这个烧，试试看是，所以有汤匙哦，里面也是有汤匙的，哦，小心，这个烧，这个烧，等一下，等一下，小心，小心，他们问可以放冰橱吗？你放在桌子上面，来了，我这个烧烧，不用放冰箱，烧烧，不用放冰箱啊，这个不是冷藏的啊，烧啊，这个我看的，哇，来了，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啦，哇，还有汤匙的啊，一样有汤匙的啊，你看。安吉鸡有没有？哎，龙眼，龙眼都有。这个什么？红枣、红枣啊，还有花椒。花椒，哇，贵吧？他们看了就想喝了。黑松露，黑松露，黑松露，刚才看到。来，黑松露煮的啊，哇，大片黑松露。哎，这个我吹这个。好像不错嘞，小心烧啊。原来汤都可以这样。哇，这么多料在一个锅里面耶！哇，很晒，很晒，但是我讲啊。我摸良心了，你看这个料比较多，对不对？对，你们看的料这个比较多，但是这个比较好。我猜，你比较喜欢喝那个陈皮的？我比较喜欢陈皮，它料多的。因为不同，不同人不同口味了，入各花入各眼的。因为有的人喜欢黑松露吗？我是喜欢黑松露。你先，我们轮着。你喜欢这个啊？我也是喜欢这个。你喜欢这个啊？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嘞。我喜欢这个。来，我喜欢看。来，你穿。我们穿了。我们穿。哎 ，Bestomore 说今天一定要买王雷开张。重点是什么？其实我跟你们讲，它已经有六种口味，我是从这六种选出这两种最好喝的给你们，而且还用了切口肉，还是最顶级的。对，而且它全部都是土鸡，不是普通鸡啊。好，这个什么不一样啊？我是他给他们看，它还有干胖哦，来干胖哦，你看干胖哦，这个有干哦，有干胖，这个真的有干干吗？这个有干干，这个有干胖，这个有干干吗？这个。这有干干的，有鸡肉啊，炖了保鲜，来，看着很想喝，来，对，一壶啊，花椒啊，花椒，花椒胶原蛋白很多的哈，我喜欢那个干干那个龙眼，你是龙眼，哦，喜欢干干那个，你喜欢哪个？我看你看着都想喝，你自己想，哇，黑松露，你看叫厚，你自己讲。我两个都喜欢，你两个都喜欢。没有，我不是客套。老实讲，我很喜欢喝汤的。对，两个我都喜欢。OK， 好喝的。哗啦喝汤的人，广东人。哗啦哗啦，广东人，快点。而且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它的汤哈，不会有那种很重的味精味道。不会。零味精啊。汤在外面很重的味精。如果你觉得北加伯比，你自己放一些这种青岛油啊。如果你觉得啊不够啊，因为我吃的啦不够咸，连你要自己加。
这个很清淡的啊，它两个都不一样的口味，对，它很清淡的啊，干胖，干胖，对，要清爽一点，完全是没有加味精的啊，这个比较像是妈妈煮的，来再来这个，这是妈妈煮的，对，这些汤啊不用，只需要八分钟，你就可以喝出家里的味道了。真的是家里的味道。每人一壶。有加防腐剂吗？你老师没有，没有，没有。加任何防腐剂。等一下，我跟你讲怎样 process 它的。OK， 来，莹莹，轮到莹莹，刚来个，来莹，快点，没有，快点，快点，快点，我们争取时间，因为我们今天来，他选哪一个？花拉选哪一个？花拉选哪一个？这个，这个啊，这个啊，来，莹莹，莹啊，我们猜一个一个，我们一个一个。我喜欢这个干净，那没有人喜欢的我这个，喜欢，我喜欢这个，因为这个是妈妈的感觉，这个比较白，妈妈的感觉是真的。来来来来，我要拍他的脸，他无语，你懂王雷什么事情吗？你们看，他无语，他转过去，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他无语，他转过去看他，他这样。五个全部扔，真的，他你懂什么意思吗？他想要叫你来帮他投，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啊，妈妈的感觉比较淡，不会，不是，它是松露，松露的味道，有家的味道。我们的舌头坏了，口鼻太多次了，它是好喝的。黑松露，它不，如果你们不喜欢吃黑松露，它也没有那种很重的味道。它不会，它不会，它就是妈妈煮的汤。你看对不对？对对对对，我选择选择选择，曝光，这个好喝，我选择这个，现在换你啊。其实啊，老实讲，两个都好喝。对，两个真的没有，我同六个选那边这两个哈。两个真的够了，我们开麦，我先跟你们讲，很多人会讲，哎呦，这种即食的，是不是好像 Maggie 面不健康？不会，我可以跟你们讲，现在为什么人家鲍鱼罐头全部，你要知道，今天罐头还是有什么，还有分贵的。这个即食炖汤它的好处是什么？它全部是养生，当它炖了，它直接从那个中直接穿车过来，而且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味精，所以它这么入味，而且它一煮了它直接是高温杀菌了，直接装在这个杯里面，对，所以它的 process 是放在这个杯了里面，然后再安装这个机器给它及时炖热的那个东西，真空的哦，真空的，所以好像熬夜的夜班族，时常出去旅行的，或者说在外海外做工，每一次没有时间煮汤的，这个是非常适合你们的，对，想念妈妈的家的味道。最重要是这个东西不需要你八个小时、四个小时，这个东西只需要你八分钟。你在外面，对，不需要放冰橱。你在外面做工，想要喝汤的时候，这个 anytime anywhere， 什么都不用带，你连保温袋也不用带，你只需要带这一盒、这一罐放在 bag 里面就可以了。而且包括什么做 office 的人，你们带一个饭，还打包一个饭就可以配饭。对，三个菜一个汤。对，最重要有时候麻烦要带汤，要带保温袋啦，要做这个要准备那个啦。你买我这个什么都不用 ，anytime anywhere， yes。还没有煮之前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不需要。OK， room temperature 就可以了。真的，真的很好。来，我们跟大家讲有两个口味哦。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黑松露花椒 ，OK， 这是黑松露花椒。这个的话呢是就是感觉就是黑鸡汤的感觉，对，就是这个。然后这一个的话呢，它是带有点干胖干胖，沉香后面的回甘甜，所以有陈皮。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清爽一点点的，你就选择这个。如果你比较喜欢妈妈的口味，就是这个。OK， 两个老实讲都很好。哦，他们讲因为刚才 maybe 是王雷他没有搅拌好那个汤，所以他喝不出那个味道。他在喝这个，他在喝这个，这个会比较酸。但是，我喉咙痛。可能我中口鼻，神啊！没有查对 BB 力对，只他讲买这个为什么又省 gas 和电费，会烧啊，会烧还在烧哦，还在烧啊，还在烧啊，还在烧，我先讲还在烧，你看省时间哦，一年我们的 expiry date 到2025，是的，对2025啊，要吃才开呀，两个口味哦，今天来，今天我跟你们讲这个炖汤，它有 mix 的口味。你有两个口味，你看啊，这里陈皮雪梨土鸡汤，全部都是用干崩鸡，因为干崩鸡是最有营养的，对，是黑松露花椒土鸡汤，我可以跟你们讲，这一个是必拿的 ，This is a hit， 这个来啊，这个是比较新的。通常你算啊，如果六个人出去一个那个茶楼啦，花椒土一锅汤50多块新币给你，我们说不要一锅一锅啦，一盅30多块。20-30块左右，一个人花椒，这样很贵耶，30块，你们不要问来问去，问网民更好。200，问他们呢。所以花椒你们喝一包多少钱？你们去店小三那边吃多少？花椒很贵哦，对不对？一盅三件，一盅三件那边十多块，20多块，20块，18。
22、25、28一种，也是一样这样大，也是一人份啊，介绍啊介绍啊，一模一样，也是这样，一个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啊，这个也是坚定一人份啊，这样啊，一人份啊，还在烧啊，还在冒烟啊，还烧，这个是第一个开到现在还在冒烟啊，这个有保温的功能，对，很好哎，这个你看我们开那么久的嘞，是不是？还在冒烟哦，是不是？我们看那么久了啊，还在烧。哎，你看他们有春黄两角，外面三十八。你看，对，我们一盅，一盅啊。这个是一次性啊，用完喝完了就丢了啊，不用重组的啊，不要拿去洗啊，不要拿去冲啊，不可以。来，老娘。不用留，不用留，喝完拿去丢就可以了。对，多少钱？多少？来了，带去野餐很好。对 ，Jocelyn 捞。李 Steven 说我不在外面喝汤，你就跟我买啊。李 Steven。对，你就买这个，这个是有妈妈的味道。李十四。你一喝你就不会感觉口渴。啊，孕妇可以喝吗？可以，可以的孕妇。等下 ，Cora Ding 不需要 microwave， 它是自热的，不用怕。哎，我们可以开多一个吗？一公一盅 ，16.8。16.8。OK， 看啦。你们先打，你们先打，我们再教你怎样开。六个人百二啊！现在我先讲啊，如果你要陈皮雪梨土鸡汤，就是这个 G15。对，好 ，OK。Truffle 的就是这个黑松露花椒土鸡汤，就是 G16。这个啊，妈妈的味道。如果你是混合口味要的，是 G14加。对。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是同一款，可是重点是，我想跟你们讲，今天你加一，你直接拿六盒。哇！这样子六盒。而且六盒。我等一下跟你们讲价格勾连。很重哎。你看，刚刚我们讲一盅，等下。一盅大概20多块，我们算18块了，剩20块了。一盅六罐呐，这个拿掉。你六罐的话，一盅需要15块吗？对，不是，我们等一下价钱给他知道，我们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价钱。所以你给他们加一千，六个啊。这个是 mix， 三个陈皮，三个黑。给你们有一个，这个是打什么 ？mix G14。G14，我建议G14。三个。G14。对，我是建议三个。等下 ，Don't worry。This platform don't have delivery. Free delivery. You free? 你没有讲好好 free 的嘞？什么 free？ 哪里可以这样做人？我跟你讲，你哪里还让我卖？这个是免费。You free？ 过分嘞！而且你今天免费带来。打上来。你们打上。G14，如果你们真的喜欢喝黑松露，你们就打来扣。你们喜欢黑松露的，你们打 G16。我们讲扣的 ，OK。所以关键字这一个的话呢，这一组是三个去 mix 啊，三个这个雪梨，三个是这个鸡汤黑松露的。就打 G14，加一直接六罐。对。然后呢，如果你单要六盒，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像妈妈的味道，就是这个 ，OK？ 黑鸡的 ，OK？ 这个是黑松露，这个南方鸡的，就是打 G16 ，OK？ G16加一直接六罐。如果你单要雪梨 ，OK？ 雪梨跟那个陈皮的，就是这个六罐就打 G15。我们价钱还没有出，可是保证什么？保证一盅。你不用17块、38块，不需要。你加一，加一就是六罐。对，加一就是六罐啦。我不用生气的，你们要包邮包邮啦，反正我定的价格肯定给他们亏本。给他们包邮包邮，价钱是你定的。啊，价钱包邮给你们包邮来。对对对，加，打上来先。加起来先，加一加起来先 ，OK。我建议大家加27。对，我是觉得加二。你的嘛，反正已经免邮，对不对？对。重量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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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们讲建议什么？怎么嘞？因为哦，我敢向你保证啊，现在谁加一加。加二的啦，过后啦 ，BOL 肯定不敢做这种价格的，不敢包邮的，所以只是现在这个 promotion 的，给他们这个 promotion， 体验价，这样子要包邮吗？我今天他刚才要做我吗？我这一轮做回他。Eric 啊，我跟你讲啊 ，Eric 加二 ，Eric 加二。Trust， 我们都是很喜欢喝汤的小朋友，很多 mix， 很多 mix， 所以你们直接打上来，我觉得啦，打 mix 就是 G14，因为真的两个都很好喝，我们很少 A B 选一个的，我们今天两个都选，因为真的好喝。我们是大朋友了，不是好朋友。来了 ，Oh my god！ 168，一罐才8块。刚才有人讲包邮还包啊，你们还包？还包了啊？包了啦。讲出去了，一句话往里塞的。讲出去了，一定要包8块，一盅8块送到你家，慢慢喝。一口我一口一口一口，两夫妻多么恩爱，一餐就搞定了。对呀，还跟着我建立什么东西？这个种啊，你要丢掉，不要丢掉，拿去种花。啊，拿去种花。种花种草。啊，因为这蛮漂亮的，这个是真的吗？300罐了。哇，超好喝
来再教一下人家怎么弄肉好吗？ Okay, 好 okay, 来教他们。所以很简单，你看这里操作方式啊 ，OK。所以这里碗底旋转一周 ，OK， 就这样子跟着这个 arrow 这样子。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慢慢来，不要讲这样快。你跟着这个 arrow 这样子的方向，你这样子转就可以了了 ，OK。你转给他看，要转不行。OK， 转这样子。转到完。转到完。OK。Okay. 等一下、啊，这转了是吗？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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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听到转了，转了之后等待一个八分钟，它就会慢慢开始的冒烟、嗯。所以你冒烟的时候你要小心啊，旁边这个碗会有点烫 ，OK， 不要去动它。可是不用担心，如果你们到时候收到货，四到六个星期之后忘记怎么用，这里有说法，对，说明书。对，而且跟大家讲一下有效期，我们是给你们呢最新的一批。所以呢，我跟你讲，中国很科他们的科技太发达了，扫这个 QR 码呢，他就会直接跟你讲 expiry date 到几岁。对，一般都是 one year shelf life。对他不只跟你讲 expiry date， 他跟你讲 manufacture date， 什么都跟你讲的。OK， 大家赶紧，他冒烟了，冒烟了，看得到吗？冒烟了，有。你要换你衣服黑色的。有，来来来，烧啊，小心啊。有。OK， 对对对对。关键字打起来，朋友们。哎，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子自动发热的汤，不用放 microwave， 不用放冰厨，直接放进你的 bag， 不用保温袋，什么都不用。而且我跟你讲，这个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现在住的 hotel， 它楼下都有一个贩卖机，都是贩卖这些汤。嗯、所以呢，跟你讲，新加坡真的是完全几乎目前为止是看不到的。对。所以呢，你们想要尝试的话呢，相信我们的味觉，相信我们对吃的评论的朋友们，直接打起来。我不建议加一，直接加二。OK？ 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喝一盅，你最多加六，你最多只可以喝两次。你家里人多的话，一人一盅就没有了。下一次还要买，未必有货。对，好像你们、啊，你回家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啊，觉得哎肚子饿了，没有东西，直接转来心，先顶健康，顶住先，顶住先，带出门，带出国。我跟你们讲，你不相信，刚才我跟你讲300，720罐。哇！来，我再讲更多一次啊 ，OK？ 如果只是单纯粹想要买这个雪梨口味的，就是 G15 再加你要的数量，只要你一加一了，你就会收到六盒。OK， 六盒啊。等一下，可以买吗？东吗？东蛮可以。东蛮可以。我要跟你讲一个消息啊。我看惠珍一直在喝了咯，有80个人，很好喝哦。OK， 买黑松露的有50，就好像自己炖的汤这样嘞，真的哦。有四个人支持你。真的 OK， 来再来这个黑松露口味的 G16 加你要的数量，加一就会收到6盒。但是今天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就是你们 mix OK， mix 的话就会收到3盒雪梨的，3盒黑松露的。今天只需要新币48马币168，如果你包邮送到你们的家。如果你觉得可能有一点淡，你就放规定你降清咯，就是这样子。可是它味道是刚好清甜，它是真的是没有味精的，对，味精没有防腐剂，原味啊。原味，所以赶快加起来，健康的汤就从这边这样子下单回家，直接开，直接吃。它里面的肉都可以吃啊，这些肉都可以吃，对，自己不用再加料了的，不用。不用，要，你们要加什么？加一包饭。啊，对，加一碗饭。开始倒数5秒，来，4、3、2、1，哈，9、4、3、2、1，福利标来了，哇，敢问福利标？这次给你们这个福利标一定够力够力的，够力啊！这个留得下喝哦，真的很好。看后面先。谢谢你们，我需要主播帮忙啊！我就是我的主播，就是助理，就是包抓包害的。接下来啊，我跟你们讲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这里有几个主播谁都适合的。对，还有一种最重要什么吧？那个啊，天王啊，一直跟我讲到他的里科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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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里科拉有什么吧？他拿来跟这个比嘞，他拿来跟这个比嘞，那你比得到？我去拿那个价钱给他看，他吓到。真的？其实哦 ，Ricola 啦，是有糖浆。哦。我先跟你们讲他这个制造过程。好，来，你讲这个叫，你叫他站你旁边，老板站旁边，来，听一下。我直播了7年，我有试过，有一次啊，一整个月我没有声音。真的，我没有声音。然后哦，我跟你们讲，今天这个你有知道哦，人家枇杷膏什么都好，对，枇杷膏里面最主要要什么？川贝。是的啊，对。还有哦，当你哦每一次咳嗽啊，每一次喉咙痛啊，人家哦老人家叫你什么？炖雪梨啊，对。今天这个是川贝秋梨高糖，哦，你要听清楚啊，很多那种高糖啊，你吞下去啊是很紧的，然后哦你整个很不舒服的，然后哦我们每一次吃那种枇杷膏啊，很多人是不想吃的，对。今天这个哦，它每一粒啦，它没有放糖浆，可是它煮好，它给它凝固，你懂吗？我们刚才吃的，它给它全部都要，全部都要。饿这样。梨啊，这个是梨啊，它给它凝固，然后再加川贝。
这个冰冰的、啊。Okay.你懂为什么做给他们会再吃吗？因为刚才他们吃了，好吃，他们才拿的。没错，我们给他们讲哦，好像我没错，声音一卡，我直接吃两粒，我的声音开了。真的吗？立刻马上在直播，因为我不可能拿蜜糖来嘛，你懂吗？他不会冰不会辣哦。你刚刚这样子讲，我想我刚才来的时候声音很沙，对，到这几天声音很沙很凉凉的感觉。这个老娘就是要拿这个产品干掉 Faster Buy 的波波利。不一样，一样嘞，没有干，没有干。花辣也要花辣，好吃凉凉的感觉。我跟你们讲这个哦，你慢慢含，慢慢含啊。对对对，感觉它整个那个川贝酒里是慢慢进入我们的喉咙的，就好像啊那种开 grab 的人那一种啊。有一些人哦吃糖吃到糖尿病，真的。还有我跟你们讲，抽烟的人哦是吃糖戒烟的，对，是不是？有抽烟的人大多数都是吃糖戒烟的。今天这个，你一粒慢慢吃。就是最好，而且这个是水果糖，它是纯天然的糖，好过你做添加的糖。有朋友讲这个糖我吃过，好吃。而且今天一罐250 gram，对，我比起什么外面 candy 啊，都来得更大罐了，是吗？哦，你是讲 propolis candy 啊？啊，不是Ricola，OK。我们讲 Ricola 哈。OK OK。今天呢，这样子啊，一罐啊，250克。玻璃哦。市场上全部啦，什么草药店都是在卖这啊，大概。我记得我们那天看到了，我跟你们讲，哎，这个我有介绍你，我讲外面卖多少钱啊？你新加坡你看到一罐差不多要到20块，20块，这个要比250块吗？哇，250块嘛，对，吃了嘴巴会香香的啊，冰冰菇会冰冰的，香香也是会。今天这一个你吃了，它真的是会你的扁桃腺发炎的时候，你一直搏命吃，因为真的是很有效。然后哦，有时候你一喉咙痛，你吃了这个啦，你再喝水啊，你的喉咙哦不会讲哦，好像稍稍卡住这样。对，因为它直接是帮你润喉剂。真的。可是这个是养生的。好嘞，小孩子可以吃吗？绝对可以吃。孕妇可以吃吗？绝对可以吃。老人家可以吃吗？绝对可以吃。可以预防口臭吗？哎，不用倒满。OK。OK。今天我跟你们讲，你要预防口臭的话，那一个坦白讲啦，那个是口腔。OK， 还有你的牙龈。哦，这个是糖果，是你的喉咙。OK， 我们实话实讲了。我们真的前几天我们每个声音很沙。对，你不看我们现在讲话全部很亮。而且广州天气很不好。对，你昨晚听到我的声音你就知道了。我今天早上还一直吃这个配我的马鲁卡尼，我跟你讲，你夏天我声音很亮，我们很亮。好有趣呢，对呀，真的，每个来到这里是生活很够力，真的。我跟你们讲，今天呢，有没有会一天要吃几粒？没有啦，没有，你自己喜欢的当糖果。今天呢？糖尿病可以吃吗？适量的。糖尿病适量了啊，因为你都不能吃太多糖嘛。对。今天外面卖你19.9吗？我现在哦，我卖你新币14.9就好了。啊，它是纯川贝雪梨哦，250克哦，很大一罐哦。这个是沙白嘞，是吗？对，沙白。沙白。福利标给。G22加你要。加几罐啊？250克哦。吃完了这个罐子还可以拿。不是小罐啊。对，很大一罐。来 G22 加你要的数量啊，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是一样的 code， OK？ 所以这个你也做绵牛啊？你也做绵牛啊？免邮标啊！快，有好几个，等你的邮费价钱。很想要免邮哈？对，你们今天第三标在免邮呢？啊，对，买一罐送一罐。哇！然后你要什么？然后你要什么呀？两罐19.9，两罐。我再加了一罐，我看你加免油。免油啊，这样喜欢免油。只是够两罐，14.9，两罐再加免油，行吗？老板，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板，你免油掉你的哦，你一直跟你弯风。原价加一是两罐，加二是4罐。我谈的时候没有讲过免油这个。而且你看他本来满满给我们吃到剩这样子。邮费叫我那边送，我们收人家10块，是不是？我们邮费10块，我们的邮费是不是收10块？对，对不对？10块。现在我卖14.5，如果你扣掉邮费，4.9，4.9。就是2块半不到一罐。哎，你都是等于什么嘛 ？One gram 一毛。没有，他现在讲对嘞。如果是直接 driver 送的话，一个地方10块钱。10块钱对呀。我们 driver 是10块。然后你赚多少钱？4.9而已啦。啊，没有重点，不用本钱啦。2.49一罐，你赚，给你赚一块，12个月，哇 ！OK， 所以赶快加起来哈。如果就是说，可能你们家里有人就是在开 Grab 啊，或者经常熬夜啊，或者即使是很怕晕车的朋友啊，其实这个也是可以吃。他到现在还啊，我吃完了啊，我只口腔啊，还有那个凉凉香香，它不会辣，它是凉，相信我。我一次凉凉香香，你要不要去看看？我不要，叫完你。而且最主要就是，如果你们喉咙痛啊，经常咳嗽的朋友，对不对？嗓子好像沙沙。
你吃这个下去，它真的可以帮你润喉，让你的喉咙很舒服。两百罐了，不要吓我了。12加你要的数量，今天只要你加一，老娘买一送一。新币14.9，马币5.3，送到你的53块，送到你的家门口。到你家两罐，包邮啊，东马西马哪里都包啊，到你的家。要的人赶快打 G22 啊，加一就是两罐。送货的时候比较便宜。如果你们用 Cash on Delivery 89116000号，好吗？我可以讲一个东西，真的。老娘，我跟你讲一个东西，货到运费才4.9。我讲，你自己送货了，现在没办法了，因为老娘给这种价钱，现在那些货我自己送了。你自己送了，你需要你才可以赚。需要放冰箱吗？需要，需要。OK， 需要。这个车上啊，包括如果你偶尔啊晕啊或者头痛，自己测一下。这个是转的，对，这个是转的。它是密封住，盖有一个盖。吃完了这个洞还可以拿来用。它不是这样夹的，它是转。刚才我讲200罐，现在400罐了。400罐了吗？没有，这个盖吃完也可以种花。这没有，可以种花了。没有，放一个种花，放茶包啊！妈的，你们东放牙签，你们的脑子不跟我没有这种证明，没有做家务的。完了，这种是嘛？拿蜡笔、蜡笔。可以吗？你多讲了讲几下，要讲搞了一根接口，没有啦。对，煮饭直接煮这样大锅，煮上大锅。我给阿东抓 spider 用了，来打上来就对了。快点G22买一送一，免邮到你家。对，快点。不要标啊！他们讲没有收到 link about 10 to 15 minutes， 有一点时间的。我们下一标啊！我现在啊有2000人嘛，最少1500人嘛。OK， 好，所以来这个加起来先。这个加起来，今天拿真的，我要对不起很多人。可以，快，倒数5秒，这个福利标不可以。OK， 5、4、3、2、1。我现在这一标，我要对不起很多商家，对不起，我不可以讲。第一个就是我，他也对不起，爸也卖过，莹莹也卖过，啊 ，Faster Bar 也卖过 ，Empire Home 也卖过。我帮他们赚了那么多钱，轮到现在我要是时候林北应该赚钱了。OK 啊，大家你有没有背痛？我们那女生有背痛是最严重的，对不对？那个腰酸做工啦，站太久，刚刚生孩子啦，或者刚刚开刀的，这个脊椎骨是最重要。很多人就 miss 掉脊椎骨，而且你在 office 做工也好，你叫 lab 也好，你觉得现在没有事情，不等你下来没有事情。我今天可以说半买半送，因为我最近一直被人家攻击我的价钱，是直接送。我今天跟你讲啊，我们今天就是护腰的，就是摩西的护腰。来，不放上去吗？穿起来，来给他看，坤哥可以的，来你们可以的，给人家干嘛？上面穿，穿上来。你有穿短裤吗？你的衣服遮一下，衣服遮一下，哎，可以的，来，这护腰的不是裙啊，不是裙子啊，不是迷你skirt啊，对，啊，给大家看啊，护腰的啊，来，这样的啊，这样子锁住。如果你一直做工的人呢，一直说阿妈，你的为什么你的腰这样小啊？你看啊，整个腰，如果你腰有痛，或者脊椎骨痛，或者刚完生意了，是刚刚生孩子，骨头最厉害痛，而且可能你中了1纹骨痛，骨痛热症，骨头都会痛，但是你好了。你还是会慢慢酸痛，而且一些僵痛啊，对，那个背啊，你痛啊，我跟你，连坐你都很难坐，睡觉都难睡。我们这个负离子的，我们今天外面买最少要98块，这一片这个石墨烯啊，这个不是负离子啊，跟大家讲啊，这个石墨烯啊，台湾的，这个台湾话啊。所以这个你来补充一下，轮到我。所以这一个的话呢，整片它就是石墨烯制造的。石墨烯大家应该到现在都很清楚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一个主要呢是穿在腰部，它就是可以支撑你所有的重量呢，把它扩散掉。再来呢，石墨烯它有什么功能？大家都知道，石墨烯它也可以促进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包括有些朋友他们会有什么问题，脊椎骨，刚才有讲嘛，脊椎骨适合什么样的人？经常常坐着的人，经常要站很久的人。或者是呢，很少运动的人，再来，或者是呢，你们自己本身很少做运动的朋友们，你们的这个背部呢很重要，包括小朋友，有些坐姿不对或者睡姿不对，很容易腰酸背痛，是不是？慢一点也是其中一个嘛，对不对？或者是像你长期也是要坐长途 bus、长途飞机的朋友们，拜托。穿起来 ，OK。所以呢，这个的话呢，主要它是有什么东西？它里面呢是有石墨烯，所以它可以整个呢把这里的这个重量
扩散掉，而且可以 support 住你的 spine、嗯、所以呢有些时候他们有些人会有那个spine issue， 就是他们的那个骨那个外语科他们的那个龙骨、嗯、OK， 他们的龙骨是酸痛的问题、嗯、是刺痛是到屁股这边的，所以这个呢是直接从腰穿到屁股下面可以 OK， 而且呢重点是它套起来是完全不会卷边的，不会，它很舒服，而且它很透气，完全不勒的感觉。对，这个不可以暴晒啊，不可以暴晒。嗯、来，轮到了我们护膝。第二个护膝带的 ，OK。所以呢，你看第一主要，你的一只是我两只是。它这个设计哦，它主要是从小腿到大腿，它都可以支撑着你的这个泥杆、嗯。很多时候我们的泥杆一般只是拔而已的，一直拔的，一般而已的。对，然后你的脚一直麻，或者车棍有没有那种车棍，或者有一点骨痛的，对不对？或者你的膝盖这里，膝盖这里有点力，没有力，很麻烦。阿妈阿妈都快哭了，起来，起未起？现在阿公阿妈蹲下去要抱孙，就站不起来、嗯对，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能帮助你，因为他撑住你大腿，撑住你小腿，嗯、给你的血液集中在你的knee、嗯、这边、嗯，所以你比较有那个路走路。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对，很多你很多都是去开刀去开刀，尤其是这个knee。对，我们今天就做整套，这个是我们也是石墨烯的，来到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袜子，就是负离子袜子。Okay。所以大家都知道了，袜子可以。我们是38块，我们卖38块。38块的，你是不是卖38块 ？OK。看哪？所以啊，袜子我们不用再讲了啊。这个袜子主要干嘛？除臭，对不对？对。或者是你的香港脚，你的脚跟疼痛的朋友 ，OK。或者是手脚麻痹的朋友、嗯、都可以。都可以。早上起来你头晕啦、啊，或者是什么啦，踩掉地上也可以。三而已哦，一件。两件，三件、哦嗯。有人问有 size 的吗？没有，没有 size 的。莹莹应该不可以啊，我可以，我可以，你可以，我穿了啊。你不开啦，我们最多100公斤，90公斤啊，九十公斤，我75而已。OK， 我们可以到90 ，OK 啊，90公斤。叫老娘出场了，三合一啊。对，他的东西今天一定给他表。石墨烯还有远红外线哦。红外线，嗯、我们有红外线，这个是哎，这个负离子啊，那个负离大师的他的产品，他的产品，我是38块一件。一双这个啊，我们是卖98，对，这个是我们卖78，嗯，我们一对是卖78，对，你们自己加，我帮你加起来，你自己加， okay， 来，我们卖的，莹莹卖的，来我加来，我们有卖的，我所以我要对不起 Empire Home 卖了。再加78，78这个98 ，Empire Home 卖98，244块。嗯，今天叫老娘来杀价，今天他杀价，为什么我们叫老娘？因为不是我们得罪白烂白了，来888平台，咱们自打，咱们自打，来，你不会觉得你今天什么都有没？你要石墨烯有石墨烯，你要远红外线都有，你要负离子有负离子，全部包含在里面。哎，他这两天斜斜的骨头折到，不是可怜哦，你们，我跟你讲，这一次啊，我来啊，咬他几块，真的是很可怜。没有咬我的牙套。你们下一次啊，要安排保护我在新加坡保护我。现在我保护你。我现在跟你讲啊，现在我保护你。你们现在啊，刚才他们算214吗？214，214吗？214。G62一套99新币308嘛。3样东西。3样东西。哇。3样东西啊。做1样东西才33块新币了，对不对 ？OK。现在打的人啊。现在马上快点打！哎，我要看谁先现在打。等一下，你不用讲了，恐怖已经有了的，现在打的人全部免油。讲了两遍怕。哦，你这样喜欢讲是？对，免油了，现在打的人，我再送两个护手套。哇！两个还是一个？这个是。石墨烯，石墨烯的嘞、啊，你的手还是一个，你有弹弓手或者你一直妈妈手啊，妈妈手的人，你的手水肿，刚生孩子手肿，或者在冷气房做工，这个我们在卖，你知道卖多少？一套我们卖28块嘞。他要今天要算30多，我们在台湾卖的，30多，我们在台湾卖的。你是算两对？两对，一对啊，一对，两个，两个啊，对，刚才的价格要再加个28块进去。没有，哎呀，我不管了，王雷很有钱，哎，你现在多少人？我跟你讲，看你们打上啊！现在直接送你一对，还有上来啊！你打上啊！99块，几样？一样，脚的啊，护脚。我们颜色，我们有很多颜色啊，我们有很多颜色，不止这个颜色，我们随机，我们随机啊，这个一个。来，这个护完了，还有我们的负离子袜子，负离子。这个护膝盖的话呢，是没有得选颜色的。跟大家讲啊，你的脚的问题，如果啊。2个星期没有改善，退款。对，99块我们还你。对，
退款。然后那个货给他，给他， oh、我们给他，我们这边承诺啊，如果你出这个脚的，或者这个腰的，或者这个脚的，你脚底一直麻痹没有改善的话，不会一直头晕的，两个星期没有改善。我们99块退款给你，马上变音了。我们今天这一票也可以 COD， 你联络微微都可以，你也可以89116000号，也可以83790088都可以，你找微微都可以，好不好？99块多少个人打上来？我们看一下，有人打了吗？没有人打了没有？很多了，很多在打了，有人打了啊？对，很多人打。讲是不是在888还？不是在888还钱呐？不是啊，不是在这边还钱。对，这个是新的平台，他们还不到 ，B O L， 他们还不到 ，OK， 他们还不到。今天呢？他们还不到。你要改价钱现在有打的人，我照样收吗？50个人是打了，50个人打了。要改价钱？50个人打了啊！50个人打了啊！要通知 Amy。等下，50个人打了。要跟 Amy 讲你要改多少钱？等一下，50个人打了啊！等下，50个人。很乱啊！等一下，今天喝出很烂啊，不用紧，不会乱，不会乱。现在啊，老娘帮你们争取福利。你们先打一点。我们99块四样东西。哎，你听我讲啊，我今天乱乱写价格报，你要认着这个脸，不要认着我啊。好吗 ？Elvin， Empire， 你认着他的脸，不要认着我啊，我看不到我啊。哦。四样东西，听好。是还钱很乱，等一下你跟不要还钱，他一定扣了。四样东西，四样啊，不需要99。我们不知道。四样已经少过四块了。林德登可以，可以 COD 58，9111，六千号，各位，来，好，把电脑拿出来，大家，我现在帮你算，来，58块扣掉10块钱运费，58扣掉10块，48再除以四样东西，一样12块，12块而已嘞，哎呦，你的袜子12块钱，可能的，还有十五只耶，正版的，正版，我代言的，我们丹丹卖多少钱？我代言呐、啊，单单这个是38块了，我每次都在卖。我跟你讲啊，27号关标就没有了。哎，看这个好评，关标就没有了。看这个好评，雷哥，这个袜子真的很好。之前我爸爸跌倒6个月了，不能好好走路都不顺。刚好你在中国上环插播，刚好我看到就买了2套给我爸。哦，爸穿了1个星期就走路很顺了。那爹，我们我要学了吗？送你2罐鲍鱼。PMBOL 啊，不要我。彭慧清，外线我们，外线我们83790，83790088，我送你2罐鲍鱼，2罐鲍鱼啊！他要学我是吗？真的学你，送他，你去外线他，你不要外线我啊！送他2罐鲍鱼不要，我直接送你一些这个。哇！两回送，再来，没有，那个好评，那个好评，好评，送，好评送给他，送。老娘讲了就讲了，那个生意，哎，真的，神光花了没有？冰箱给我那个人的名字。有朋友问你，长的还是短的？短的。我们不是裤子，我们没有裤子。袜子，短的，不能长的，不能长的啊！所以跟大家讲啊，花篮应该是有人会剪我们这个视频再去卖，都是假的，没有花啦，没有平台花啦，没有飞速啊，花啦没有卖负离子啊，花啦那里。最后一次我再讲过啦，好不好？99块卖40套，现在58块160套。来，我再讲扣多一次啊 ！G62再加你要的数量，不管是马来西亚朋友或者新加坡朋友，都是 G62再加你要的数量。来，你看 G62里面会得到什么 ？OK， 第一样，身高175 ，OK， 体重75，40到90公斤啊，对。第二个东西就是袜子，裤子的袜子，短袜子，护膝，没有，我从下面讲到上面。对，来 ，OK， 没有，这个护膝你可以跑肚子，你可以运动。两个，对，你也知道。就叫我们，来你看，你在跑步，哎，你可以这样，你一直在这，你做运动，早上的时候你是做运动啊，你跑步啊，或者大脚踏车啊，我觉得呢，如果你年纪啦，有年轻，你都要一定要保护你的你，你老了你就知道。你不要为了这个58块，真的，老娘今天是干你那去到完。我跟你讲，58块以前你只能买到这个而已，你只能买到一个，买不到。27号接标了就没有了，对呀，就没有了啊。对啊，我一直跳啊。有人问，他们问那个大腿这边会不会跑下来？你看啊，我会的，来，肚腩，哎，师傅你懂没事哦？有些时候啊，你
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拉到这边啊，因为这个是护膝，是到这边的，你不要，你不要给扛这样啊，没有啊。这个圆圈在你膝盖这边。我们是这边的啊。有些时候运动员他们大腿要买大腿的，小腿要买小腿的，这个是两个都可以一起用的，对，所以很方便。是摩西的，是摩西的。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一个袜子，还有这个短袜子，护手一个这个护手的。你要打百兵灯啊，打冰冻啊，什么都可以啦，叫 Grab 啦，这个是最好。可是跟他讲补充一点，拜托洗的方式不要用柔软剂 ，OK？ 不要用柔软剂，也不会暴晒啊。对，所以今天这个价钱真的新币58麻币203块，你们会收到四样东西，麻烦打 G62 再加你要的数量 ，OK？记得怎么洗，记得不要暴晒，不要用漂白水，也不要用柔软剂 ，OK？ 普通的那个水，你这样子搓搓一下就可以了，好吗？来，十秒，倒数10秒，5、4、3、2、1。我看一下啊，这个莹莹应该不可以，我觉得不行，莹莹不行，莹莹不行啊，对不起啊，莹可以，莹袜子不可以，护膝还可以护手而已，不。莹莹不可以啊，袜子莹莹可以穿呐 ，OK？ 所以这个到时候会有很多个卡乐哈，跟大家讲。OK， 下一个。OK， 接下来，以前啊，整个东南亚都很红什么印加果油，对不对？哎，对。那今天我要介绍你们的这个呢，你要知道，生命力最强的东西，我们吃下去才是最够力的。哦。今天很多人最怕的是什么？我们会有癌症，对不对？嗯。再来，我们的身体如果要高抗氧化的话，全部东西是最好。可是很多人哦，小孩子还是什么都好，他们哦吃猫 D 维他命也不是真正猫 D 维他命，你懂吗？很多化学成分。嗯。今天在沙漠里面有一个果，这个果呢它是可以开花的，证明了什么呢？它的营养值是最高的。嗯。这个叫做沙棘，英文叫做什么呢？听清楚了 ，sea buckthorn。Sea buckthorn， OK， 它有点像 tomato 哦。对，它有一点像 tomato。你如果单单这样吃，你吃不下的。你要叫什么名字？沙棘。沙棘。Sea buck。Sea buckthorn。哦，我一说 sea buckthorn。OK， sea buckthorn。对呀。今天我跟你们讲这一个呢，它每一个果啊，你看这个果啊，每一个果啊，如果哈你一摘下来，你不及时给它 process， 它会直接干掉，它里面的水分没有掉。因为哦，它里面的水分对我们来讲一吸收下去，我们的身体是高抗氧化，然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个东西就是抗癌。你要知道，当你有癌症，最好的是什么？抗氧化。是。所以这一个哦，你什么人都好喝都是非常好的，因为为什么？它是好像一个果汁，可是果汁里面呢，很多果汁是加糖什么的，这一个是原酱。OK， 我需要一个杯。杯子。OK， 来，我跟你们讲啊，今天你果酱啊，应该是很浓缩的吧？对，很多人是以为是 jam 嘛，对不对？哦。今天呢，它是整个哦，那个果丢进那个 machine， 直接榨汁，嚓，这样子。没有掺水。没有掺水。榨汁水。所以啊，它每一只是大只装的。哦，原浆。OK， 它是原浆的。哎，面看一下啊，人家问怎样付款。今天我跟你讲啊。等一下，我们教你们怎样环节。你看啊，当它一开 ，OK， 我一倒下去 ，OK。哇，很浓呢，真的是没有掺水的哦。哎，这个好像哎，对打的。没有啊，这个 BO 哎。哇，这样搞嘞！我跟你们讲，这一个就是它的纯营养。我们要喝的就是喝生命力最强的，因为为什么？第一，当你喝了过后高抗氧化，无论你的血管还是什么，我们抗氧化的时候哦，我们整个身体的冲力是很大的。嗯。所以好像我们血管阻塞还是什么的话，我们高抗氧化，我们可以帮我们通掉它。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讲，哎呀，我不吃保健品好像玩雷这种啊，对，果汁的这种，因为这种什么最纯营养吗？你懂吗？而且这个你这样子喝，如果你觉得很浓缩，对不对？我教你一个方法，还可以这样子喝。比如讲小孩子，他们很喜欢喝这个，你可以给他喝哦。你只是加一点点水给他，然后再放一点冰下去。哦。那么你就变成一个 juice 吗？哇，你懂吗？健康的果汁，对，这个放冰箱也可以，放冰箱更好喝。什么味道？来，你现在穿一下。晚上可以喝吗？都可以，你要几时喝？总而言之，你一天喝一瓶就足够了的。因为它是纯营养。嗯，它有点像 carrot juice。对。然后它又带点酸，它带有点酸哦，一点点酸。这个是我加的。很开胃耶。对。对，它有点很开胃，而且它还可以养胃。酸酸，酸酸一点点，酸，它有点酸啊，酸性啊，啊，有点红肉，哎，对 ，carrot 的味道，对有那味可以 add soda water 呢，哇，很厚，可以，你要 add soda water 什么都可以，它是好喝的，它是好喝的，我们这是加一点点的，它有点酸，就好像红萝卜，
好像有点像 umbrella 什么味这样，酸酸甜甜这样，好好喝，有点酸，是好喝的。因为哦，如果哦你喝下去了，你整个无论你掺什么水下去 ，of course 你不要去掺百事可乐那些啦，健康。你掺普通的苏打水或者是普通的水，然后再放一点冰，你慢慢喝下去。你一天你这样子喝了，你吸收的是百分百哇！因为刚才我一倒给你的时候，它是原浆，对，所以当你喝了，是你整个身体都在受益，小孩子、大人、孕妇都可以喝，因为它是果汁。你看这位，这个没有人不可以喝的。你看这位朋友，他讲他以前在蒙古做工挖灰浪，他讲当地的人夏天都每天都在喝这个，对，因为它可以解暑解热，对对对，这个像我们新马最容易，对，因为我们是热带雨林的国家，夏天最喝是最好的，它帮你解暑，而且想补充一点，就是它也可以帮我们就是促进我们的那个消化，如果我们消化不良哦，你喝这个下去，它可以帮你就是促进你的消化也是的 ，OK， 而且它还帮你暖胃，真的。所以如果胃不好的朋友建议饭后喝，我常常喝了饭后喝 OK， 如果你是 OK 的话就饭前饭后都可以来随时。胃不好的一定要吃东西先哦，今天还有点酸，有点酸啊，胃不好要吃东西先啊，对，很开胃，而且它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哦，一箱多少，一箱多少，今天一箱有十支，十支啊 ，OK， 一箱有十支 ，OK， 它大概要一个星期每天喝吗？还其实是隔，我跟你们讲，刚刚头一个月你天天喝，过后你隔天喝 ，maintenance 隔天对，因为这个是一个营养品，去帮你保健，再帮你养你的身体。你要知道，我没错，跟你们讲，保健是要养身体，身体要养起来的，身体真的是要用时间养起来的。这个我们长期会卖哦，每一罐这样子50 ml， OK， 来，所以今天我们一盒是10罐，所以10罐很快就喝完了。收到货是这样子，一罐一罐的，来玻璃罐这样子的。而且为什么你知道要放玻璃罐？因为它防抗氧化，是，所以呢，你要喝的时候才开封，它是真空的，对，它防抗氧化，是，喝之前摇一下啦 ，OK， 对，男女喝都没有问题，小朋友喝也可以，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他命。对了，他们讲对了，你知道他讲什么吗 ？Jenny 讲 ，This is a superfood， 超级食品。Yes, it is really a superfood. It's made from the food originally， 所以它是没有添加。所以你看很多直播，他们没有介绍过的，因为这个东西，第一它很难找，第二你要找的是真的，很多外面的是已经掺了糖浆、掺了水的。所以我给你的是你自己回家还要装水。你懂吗？所以它是原汁，够浓，因为原汁它的营养是最充足的。OK， 今天如果你要一盒去试，可以，照样免邮。他讲的不是我讲的，后面那个讲啦。OK， 老板讲免邮。可是哦，如果你先 try 啊，你先 try 一个啊短疗程，你可以这样子放。OK，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OK， 今天我们有两个扣啊，如果你只是要一盒 G59。OK， 来试试看，试试看，新币33块，西马马来西亚116马币 ，OK， 不是西马，全马，哦，全马 ，OK， 还免邮，哇，老板很重哎，咬他嘴巴，咬他真的很烦哦，我想看你咬他嘴巴，你真的很烦，OK， 然后呢，如果下面就是加，如果这个 G60的话 ，OK， 你加一的话，你会直接哦。两麦，我老板说了哈，他价钱说是算错，加了一个16块，老人家加多一盒嘞 ，G60直接是拿6盒嘞，加一拿2盒，加一直接拿2盒嘞，所以当然打G60啦，G60比较便宜吗？就拿20支了喂，等于一盒24块，如果你打G60的话，便宜很多嘞，便宜很多，老娘，那24块一盒，你13块，33，而且包邮哎。东马西马全讲，这个东西我不敢包邮，你懂什么吗？很重，很重。哎，它这个是 amber 瓶，因为什么？它要抗氧化，更重，你懂吗？要抗氧化，你懂吗？这个。而且也没有宝宝软嘞，对，所以它要包邮哎，快点打起来了。OK， 来，我重复扣多一次啊 ，G59加你要的数量。OK， 如果 G59就是一盒的价钱，对，一盒这样子有10小罐，每一罐50 ml， 新币33块，马币116块。OK， 但是呢，今天建议大家 G60 加你要的数量，因为 G60 48块新币，马币168块，买一送一。所以一定是打 G60 吧？你看呢？你 G60 哦，你算得来呀？一盒这样子啊，只需要你24块新币哎，就是说算得来一罐啊，才2块4哎，真的嘞，2块4给你每天补充维他命 C。老娘，老娘48块，48块是20支哎，对，20支，所以你算到来才2块多哎，2块多。老娘，有人问上高可以喝吗？可以，上高也可以喝，所以有什么人不可以喝？没有人，基本上都可以喝，一天一瓶。
连续两个礼拜，很简单啊，果汁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喝。是，对。还有最主要，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加 G60？ 是因为老娘刚才也是说到，对不对？我们的身体是养出来的，所以你一定要买至少20罐，慢慢的喝，慢慢的养它，让你的身体的抵抗力越来越高。你喝了20罐，就你自己一天几罐？一天一罐，你看，你一个月你就知道你的情况，你的身体怎么样？尤其是很适合不喜欢吃 supplement 的人，对，不喜欢吃保健的人，我咯，你就好 juice， 而且它这个就是浓，没有添加任何水的、哦，它真的很浓。可是我先跟你们讲，这个果啦，不是讲哦，哎，每一天它都会打果出来的，季节性的。你要知道沙漠养那个果是几难的，对，它不是西瓜哇，每一天一吨一吨来呀、啊，不是 carrot 每一吨一吨来呀、啊。这一个啊，有时候啊，一个月里面它只可以 produce 300只，就是300只 ，OK， 沙棘，所以这个沙棘我很少听到哦，对，新加坡很少听，基本上我们每次都是那种 normal fruit， 所以这个试试看，这是当地很多很多很多，好来，下单来 ，OK， 所以要快，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加多15块哎的，对加多15块钱呢，15块哦，你本来是要给邮费的。对，把身体养起来，好吗？肌肉是可以的。来，下一再来福利标进来。哇，对，如果有卖买王雷的海鲜呐、啊，对，还是啊，家里啊，家有冰厨，这个一定要买。是什么东西？如果家里没有冰厨，你们可以去厕所了。你们家里有冰厨的留下来。谁会没有冰厨？好啦，今天呢、哦，我跟你讲，不是，今天很多人的冰箱啊，有时候哦，你抹冰箱了过后，你都会发觉到你的冰箱，尤其是你放榴莲啊，放海鲜啊，它都会有一个臭味在里面。有的打上来，打八号。有没有打上来？因为你要知道，冰箱里面它收的细菌是最多的，因为冰箱是冷的嘛，对不对？对。所以哦，今天这个啦，它是什么？冰箱除味器、哦，而且呢，它这个不是除臭杀菌，它这个不是加 chemical 下去啊，这个是活性炭再加茶多酚，所以它是用 tea extract 再加活性炭去做成的、哦。所以哦，好像这样子啊，这个就是给你们看的，它这里是一粒一粒，这个是活性炭。哦，所以它每一次那些冷的那些细菌进去了过后呢，它会慢慢的改变。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一用的时候，一个一盒就是可以顶你90天。三个月，对，三个月左右。所以如果比如讲哦，你的冰箱啊，你开对不对、嗯？如果你两门冰箱，你放两个；如果你是一门冰箱，你放一个。嗯 ，OK。可是你放 refrigerator 啊、你放上面打雪的就没有用，这个是下面的。起了，起了、嗯、，OK。freezer 啊。对，所以这个呢，你一开的时候你就这样打开它，然后呢，下面这里直接开掉它就可以用了。哦，明白我意思吗？直接放这就可以了。你直接放这，不要了。保证除臭味，对，除异味、杀菌，对、嗯。而且外面有一些卖到很便宜的呢，它里面是有 chemical 的。哦、我们吃的东西最重要是要新鲜，哦、所以哦、嗯，不要有 chemical。对，不要跟 chemical 的东西放在一起，以前肚子不好。以前我听我妈妈讲说什么要放面包啦，然后每一个月要。喷那个大补那些，放柠檬，大补原来放什么呢？柠檬，哎呀，放柠檬，放茶叶，放茶叶更安心。OK， 直接它会去除掉那些异味，你的腥味啦，除臭杀菌，嗯，放心，你的冰箱就会来 brand new 的味道，很香，每天香香的。OK， 来，福利标这个这样子要怎么卖？嗯，我跟你们讲啊，啊，你讲。他要咬人家老娘讲福利就是福利啊！不要怀疑，你我的够力够力啊！打上来，因为福利真的是不赚钱的。My lucky number 27。他的福利就是像刚才那个川贝那个糖酱 ，maybe 他赚1-2块钱的那种啊，所以你们就阿嘎懂了 ，OK？ 所以家里通常没有这个 practice 啊，没有放这种除臭剂的朋友，今天听起来 OK？ 如果有人问他是想说几时要换哦，大概2到3个月左右，因为他这个的这个 level 会不见掉，你就知道 it's time to change。空的时候就换啦、啊 okay, 嗯，对 ，OK， 来，所以先打关键字 ，OK， 关键字是什么 ？G 二十七加一直接三盒、欸，直接 times three 三个 ，OK， 嘉靖，我们来猜一下，我还没有看到价钱， okay, 你觉得这一个啦 ，OK， 可以耐你90天3个月，3 months 呀，我觉得啦，我会如果是我觉得10块我就买。我觉得15块我也买，15块我也会买，15块我会买。我觉得10块钱，15块我会买。真的了，我觉得一个10块，没有，我是想说15块哦。我觉得一个10块钱，我觉得15块太贵，我不买。一个10块我会买。Okay, 我觉得今天嘉义照样包邮去。啊，所以三个。
19.9，一个才六块多，可以买这个。来，所以 G 27加，家里有冰箱的快快加。来，老大们，六块多一个嘞。我没有，我再帮你算了一下。他们一个可以卖多久？三个月。来，我再帮你算19.9，扣掉10块钱的运费要给 driver 的哈，再除以三 ，OK， 你一个。你卖到来一个3.3块，哇塞，哇，3.3块再除以90天，一天就拿来3分，对，3分钱，一天3分钱可以让你的冰箱香喷喷，而且最主要就是没有任何的细菌哦，因为我们每天放东西在冰箱里面，最怕就是它会滋生细菌。老娘是全世界放在冰箱里面最好的，Number One。我刚刚你们在讲的时候，我知道，你知道我跑去哪里，你知道吗？去小便。不是，我去测试。哦，你测试什么？我去测试东西，因为我们今天站着讲 ，OK， 我的脚有点酸，有点麻痹嘛，我就测一下明天要卖的东西。然后感觉如何？哇，你完了！马上瞬间，你要对 Donovan 有信心。不是这个产品本来是今天要卖，瞬间。但是人数我觉得这个会爆的，最少可以500套。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卖最多是200套，很怕剩，我说留到明天，很多人啊，站的人啊，做工的人啊，他都有酸啊，脚酸啊，那边酸啊，你妈的这个不烧吗？烧，你懂？有些是冷了才烧，这个不是冷的，这是马上烧的 ，OK， 这个烧的 ，OK， 每次有骨刺的朋友一定要找烧的。你这样讲，他们全部叫我开过来了。明天，刘总，我们又要最后一场，明天是我们的第一场，对，明天是我们最后一场，很便宜，这个。OK， 所以把这个冰箱除味剂给加起来好吗 ？G 27再加你要的数量，只要你今天一加一，就会收到3盒这样子。而且你看它的包装就是很细、很漂亮，就放在你的那个冰箱的那个旁边，不碍味哦，对，不沾味，对。而且温馨提示哈，不要放在你的 freezer。放在去了就可以了，好吗？对，它空了是干的呀。19.9马币，70块。倒数5秒，5、4、3、2、1。少，你每次有骨刺关节，我有两个标，很烧伤，但是很酸。你烧哦，可是它要舒缓呢。对，它马上松懈，就是好像那个包布啊，松弛出来，松弛出来。整个松掉，这个明天一定又不会粘了。好，卡地法蒂吗？明天去了，明天哪里相信王林？明天我觉得那个出低调。B O R 和 K F Plus 跟东咖喱。为什么嘞？为什么？什么来的？哇！又是钝化胶嘞！对对，哇，剩两标哎！来，我看一个口味。鲜炖花椒有3个口味，第一个是椰汁的，三个，椰子紫米哦，它里面还有紫米，还有 purple rice， 哇，煮币，这个煮币，如果和我们看了不好吃啊，懂了吗？你不可以 AB 嘞，哦，如果不好吃，你不可以 AB 啊，我跟你讲，这个。你吃了啦，你一定会喜欢，因为有。你们喜欢吃徐留山吗？徐留山是什么？哦，那个甜品。啊，那甜品。你们喜欢吃香港甜品吗？哦 ，OK。我跟你们讲，很多啊，现在啊，外面的甜品店啊，没有自己煮的，全部都是买了这些自热倒在碗给你们的。啊。我开这个给你们看。真的嘞。鲜炖花椒陈皮五红，什么？你的是什么口味？来，我是陈皮五红，是你陈皮五红。哦，有脏的，不要吃嘞！我小声干起来，他的反应。你的是这个哈？对，这个我的是这个。来，这个口味开给大家看来。第一个先来，你看它那个花椒是多么的嘎嘞！你看多么的嘎嘎嘛！哇塞！这个好像就是八宝粥哎，对，这个哦，嘎嘎的汤匙，它就是一个甜品。OK， 汤匙这边来，哎，每一个都有附汤匙哦，对，每一个附上的汤匙。哇，你看它那么的香，那么的浓稠料，那么的挖给大家看里面有什么料。你看的这是什么口味？它是陈皮的哦，耶，这是有陈皮，有什么东西？陈皮五红 ，OK， 它里面有红豆，什么事情？来，它里面有红豆，有枸杞子，有花生，有一粒昂珠，这么大粒嘞！对，没有，你要看它的花椒，哇，这样搭配，哎呦，哦，这么厚，你看它的花椒，
最主要是它的主角在这里，看花椒，真方便耶。OK， 还有多一个给大家。我吃一口，吃我吃一口。OK， 第一个是这个啊，这个是陈皮的 ，OK， 陈皮口味的，很特别的一个味道 ，OK， 它这里就是的了，很清香了，真的很香。OK， 还有多一个啊，第二个的话呢，这个就是人参桂圆。龙安，君孙龙安。哇，你看 ，OK， 来那个料都是足的嘞，满满一个料的给大家看 ，OK， 满满的桂圆就是什么龙安，哎呦，还有枸杞，然后你看它的花椒全部都是，哇，看到没有？比它每一碗的料都很满，它的花椒全部都是一朵一朵，不是烂烂，不是脆脆的哈。OK， 来试一口，它的口感你跟我讲，试试看一口，它的口感，哇，我有点流口水，它的口感也是比较 OK， 这个不是雪蛤。OK， 这个是花椒，OK， 这是花椒啊。Fish Maw，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Fish Maw 就是补我们女生胶原蛋白，对不对 ？OK， 如果要皮肤多多 Q 弹 Q 弹的，一定要吃胶原蛋白。我跟你讲，每次花椒，很多人不敢吃花椒的原因是什么？超脱，怕腥味。对，这个它整个花椒都是什么糖水味，所以哦，它整个那个味道全部都记在里面了嘞，它变成 jelly， 你知道吗？而且哦。很 Q 弹，很 Q 爽，而且它的花椒不是一粒两粒耶，你看是整部的，你看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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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很好吃哎！而且最主要是它每一碗的料啊，满满都没有自私给你的嘞，你看它的 O 组 B 高高的，满的，而且它的红茶每一个都有 O 组 B 哦，不是一半哈，整粒的哈。你要喝烧的，你直接给它蒸烧水就可以。对，你可以放冰箱 ，OK， 冷的，或者是你要温一下，温的也可以。这个是我的 favorite。你放冰箱，它会变狗狗。哦，对对对，它是底子，不可以放冰箱。这个是我的黑。这个是 hot， 底子有分 hot 跟 cold。这是 hot 的哈，所以不可以放冰箱的。教人家喝吃热。好放吗 ？OK。最后一个口味就是椰汁紫蜜 ，OK。Purple rice barley， 记得这里还有附送一包椰子 ，OK。把椰子先倒下去啊，等下。对 ，OK。喜欢吃椰香味的朋友就要买这个。最重要哈，这些甜品全部都是有功效性的哈。对，来一下，我一个一个解释。你看这样子，呜哟。先给他们吃先。他们吃在哪？他们吃保健。他们吃在哪？哦，在这里。真的超 Q 爽的。来，帮我看一下好吗 ？Very very 的 Q 弹。我就如果你不喜欢吃花椒，你吃这个起你也会喜欢。你一定会爱上花椒。真的，因为它没有一个臭。而且你吃花椒，你要炖啊，你要焖啊，你要蒸啊，你要泡啦。你炖到来一波花椒，你要多久的时间？哇，你看这个。而且是不是每个人负担得起花椒？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椰子。OK， 你试试看这个哦，主力这个紫米会多一点点，香哇，整个那个椰香味，我这里都嗅得到。是吗？我觉得你喜欢来吃一口，你试试看。你吃 ，OK， 你吃看看，三个口味你喜欢哪一个？我要椰子。椰子 ，OK， 我们有三个口味啊。来，所以老娘讲花椒有功效性，功效性是什么？给你们看三个口味先。养颜、滋润、胶原蛋白，还有什么 ？OK， 大家都知道花椒啊是养颜。滋润，对不对？最重要，我跟你讲，其实吃花椒对我们的子宫很好。OK， 而且花椒呢，你要知道啊，花椒里面是最有 collagen 的，所以哦，对我们膝盖全部都很好。很多人呢，为什么花椒的时候他们吃了过后啦，他们养颜，因为什么 collagen 是让我们皮肤恢复弹性。对，而且纯花椒呢，对我们膝盖里面的 collagen 也有效。所以呢，如果你吃龙眼的呢，对于身体寒的人吃龙眼是非常好的。我有听说过。再来，我跟你们讲，如果陈皮的话，你治疗当然是润喉还有养胃，因为陈皮是养胃的。OK。再来，如果是薏米的呢，就是你热气的时候，这个就是清湿气的。所以哦，你吃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吃好吃，可是它的效果全部都是百分百。而且哦，炖花椒的话，我跟你讲，你要在家里煮到花椒的甜品啊，是很难的，真的。因为为什么？第一，你花椒拿出来，你还要洗，还要泡，还要洗了过后，你还要泡，泡了你还要过水，过了水你才慢慢炖。所以它的 process 第一很长，第二不是每一个人都煮到好吃。这些呢，全部它都是大工厂。这些工厂全部啊，它 supply 去全部现在这里的 Grand Hyatt 啊，它的厨房啊都是在吃这些。哦，我没有骗你的，因为有我的朋友带我去吃。哇，知道吗？我是吃到好吃。
你吃的好吃，他拿了很多 super brand 的嘞，不是开玩笑的，他拿了全部 super brand 的。你如果没有 super brand， 如果你是山楂货还是什么啊，你根本拿不到这些，你懂吗？你现在买了哦，有时候 gathering 啊，家里啊 ，Sunday 啊，你做 barbecue hot pot 啦 ，OK， 你再开出来这个，你是不是直接每一罐吃到很好吃？哇，人家觉得你很阔气。你在外面啊吃那种甜品啊又贵，真的。然后有这样子吗？没有，你花椒不可能这样多。对，多的话给你二三十块咯一碗。对，所以哇，哎，这个真的很好的一个产品。今天我跟你们讲啊，如果你们要啊 ，OK， 它的花椒里面啊，它总样子全部做个分量啊。整个一盒是162 gram， 可是里面呢，主要哦，你都会拿到两三根的花椒在里面，对，所以是不会少的。OK， 今天两盒这个，如果是 mix 啊，两盒这个，两盒陈皮，两盒龙眼，还有两盒人参这样子，六盒，给你去 try 先，哪里会多？现在普通一个家庭几个人？你跟我讲，你如果两公婆啦，你一人一罐四三的口味咯，对吗？一人一罐三个口味就完了，早五碗。你一罐花椒啦，分分钟你这样子吃啊，还比你吃哦炖汤的更贵。真的，因为炖汤你弄烧你就直接炖汤了。对，这个你还要慢慢去煮，是啊。对，我跟你们讲，今天如果你们要的，你们先看 code 先。来呀，来呀。Customer 讲老娘最重要是价钱要漂亮啦。漂亮。今天到现在，你们还敢讲我们价钱不漂亮？你讲我亮啊，所以我今天穿到这样亮来就是这样。哎，白色帽谁都不问，问老娘而已。老娘今天她就是 flash deal 的价钱，flash deal flash deal。所以我先讲，今天如果你是要 mix 的，你打 G 24加数量。如果你是要龙眼的，龙眼 OK， 这个龙眼的。六盒龙眼，对，就是这个六盒龙眼的，就是什么扣 G49， 如果呢要单单陈皮的话呢，六盒陈皮的就是 G20， 陈皮是这个，这个 G20 是这个，对，是桂圆，对，陈皮 ，OK， 再来，如果要那个巴黎的哈，就是 G21， 这个是 coconut 啦，对，也 coconut 的，哎 ，coconut 的六盒 G21， OK， 玉米椰香啊。对，玉米椰香 ，OK， 因为什么呢？椰香椰子也是清凉的，对，所以我都跟你们讲，三个还有不同的功效，所以我们介绍的东西你吃到好吃，而且有功效性。所以就是建议大家都拿 mix 啦，就像刚才老娘讲到的，就是如果两公婆你们一人一个口味，三天这样子就吃完了嘛。OK， 而且它是蛮重的嘞，它的净重量是150克都有，它每一个都不一样。嘉义是六罐，对，只要嘉义就是六罐了。我再重复多一遍啊，如果是 mix 的话，就会收到两罐那个椰子的，两罐那个桂圆的，还有最后就是两罐那个peanut 的。OK， 而且它是 fresh produce， 好多口味。Friday 跟大家讲啊，它有效期是大概放10个月，所以呢，这一个可以放到明年，对，明年的六个月。明年的3月吧，2025年的23月。OK， 今天这个如果你们要的话，六罐啊，我给你啊，在酒楼你都吃不到的价格。多少钱？酒楼给你一个，才38新币啊，一个算到来才8块钱。哦，已经买 mix 了，已经8块钱，六。No 啦，六块啦，什么8块？而且包邮。包邮啊？王老板包邮吗？王老板，六盒很重，包。OK， 嘉义六罐，38块新币，麻痹133包邮。今天我们包单了，没有一家哦，这花椒一罐才6块钱呢，对，38块。嘉义是这样子啊，嘉义是这样子啊，38，然后最后再拆多两个。这个如果是什么单单 every flavor 六盒 ，Oh my god， 吓死人吧！直接这样子打了，对，快点去抢啊！6个6罐，听到妈妈，6罐，鲜炖花椒，哎呦，6罐这样子带回家38块钱 ，Oh my god， 一罐才6块多。OK， 先跟大家讲口感呐。OK， 我本身啦，我觉得我自己，我刚才有在旁边吃了其他的，我自己本身我会喜欢这两个。OK， 因为我不太喜欢椰香的话，如果你不喜欢吃椰香的话，你喜欢是椰汁的，吃了椰香的你就选这个。OK， 如果你喜欢陈皮带一点酸的，就是这个，很清爽的就是这个。对，然后这个的话呢，龙眼就是经典。
经典。OK classic， 看你们自己本身喜欢哪个口味。可是老师讲啦，很便宜，全部都没有防腐剂的。因为我都跟你们讲，这个金碗，它为什么要用这个金碗？因为这个金碗当他们一煮完了，它就是高温杀菌，直接封下去，所以它不用防腐剂。来来来来，他们问椰子是什么菌？OK， 椰子是 G21 啊，这个是玉米椰子，这个是陈皮是 G20， OK， 这个人参龙烟是 G19， 你要两个 mix 的话，一个每个口味两个的话就是 G24， OK， OK 来，所以 G21 就是 coconut 的， OK， 你这样写 coconut， 那人家问你巴黎，啊，巴黎就是 coconut 巴黎， coconut 巴黎的， OK， 这个是 coconut 巴黎啊，然后这个就是陈皮的，陈皮就是这个 tangerine peel 的，对， OK， 然后人参龙眼就是龙眼的，就是我们的经典的甜品啦，经典甜品 G19 龙眼的在这边 ，OK。如果你们今天要 mix 的话，就是 G24 加，你要出量啊。老爷，这个他们问你，那么这个碗可以装什么？今晚那个碗，来这个，给他们看，给他们看。这个，你师傅可以装碗。哎，这个吃为什么这种问题？这个来怎么吃完丢掉啦？错，丢来怎么？这个给你金盆洗手。没有，我懂这个可以做什么？你懂不是你们的那个水碗盆旁边要放 sponge 啊？你这个可以放 sponge。不可以了，会不会割手？你们要冷，你这个人要要吃热的，也是可以吃热的，也是可以弄热它。任你任你。对，你可以弄热它。你可以放在微波炉。没有，你一个热一锅热水，对不对？没有，微波炉可以吗？微波炉不用，你直接用热水。热水蒸热水就可以了。可以的，妈的还要开火，你像你们现代人，我懒惰，你每吃一会我要去开火，还要洗那个碗。因为如果你放微波炉哦，它会干掉。不建议啦，放在锅里面比较麻烦啦，要吃锅吃烧那样去炖酱啊，好不好？你吹爆的时候刚好放下去吹喽。啊，也是。对对，你吹饭的时候放下去吹哦。steamer 也是可以。OK。懒惰人哪里叫把它提会关 gas， 看你还要洗，你知道吗？现在人多么麻烦的。是啦 ，OK， 你要去 steam 就可以了啦 ，OK。G24 for mix 啊 ，mix 的话就会收到两罐一起。OK。然后龙眼的是 G 十九。卖不完，算明天。G20的是陈皮。G21的是椰子，今天六罐，新币38，马币133，包邮送到你们的家，还送到重阳不用紧，如果你们 miss 还是什么的话，你们要知道的话，我们你可以PM 我们的客服 Donovan Ho 还是 BOL 都可以，王雷 Life More 也可以，还是你们如果你们要的话，你也可以WhatsApp 我们89116000号。来，我们还会做 post sales， 不用怕。Joanne Ong 没有防腐剂，不用担心 Joanne Ong。OK， 我现在啊，我跟你讲，这一个东西最后一单你一定要买，因为什么呢？这一个。你拿去出去 gathering 是不是很好看？送礼很得，送礼是不是很好看？体面。这一个我跟你讲，送礼 gathering 是一级棒的。OK， 有时候啊，你们出道去 office gathering 还是什么，你不会煮的，你直接拿去。哇，雪耳嘞，远远就看。这个就可以喝人的了。我跟你们讲，这个是直接这样子喝下去，西北好喝。哇 ，OK， 我首先给你们看啊，每一个你连汤匙都不用准备，你看啊，里面刚刚好这样子。照样没有防腐剂的，而且每一罐它这个是比较大罐，228 gram， OK。所以呢，它这个啊，我一开给你们看啊，开箱，你看到吗？哇，是我的最爱雪耳。我先跟你们讲，如果哈它有防腐剂啊，它会有很多泡泡的。你看这个是没有的，所以哦，这个哦，来花拉姐你试吃 ，OK。哇，你试吃这个。try 它感觉就是很像外面的那种一模一样包出来的，而且你看它的碗是特别漂亮的，耶！所以你拿出去真的是很高贵，很体面。喂，这个是雪耳，超体面的。OK， 桂花雪耳，所以哦，它有很香的桂花味，懂吗？对的，桂花味道，真的。外面哦，你没吃就是雪耳，雪耳龙眼雪耳。这个是现在最流行的桂花雪耳。哇！桂花呢？我跟你们讲，桂花你喝下去，它还好过菊花。OK？ 哎，它还有那个马蹄耶。对，里面有马蹄，所以它有清口脆的。还可以放冰厨冷喝哦。对。然后我人生中啊，我怀孕啊，干到现在都没有停过的。怎么嘞？我们最喜欢的，你看香港戏的人长大了。你家里哦最会煮的，我婆婆是香港人嘛，我家里最会煮的，我婆婆就是陈皮红豆沙。陈皮红豆沙，我跟你们讲，豆沙很难煮的。对，外面的陈皮红豆沙哦，你看啊，你打包了，对，是那种水薄薄，然后红豆沉在下面，水很多。你现在照这个，你看到没？等一下，我打灯。哎，这个没有灯，来，快帮我打一下。我跟你们讲 ，OK， 红豆沙，什么叫做红豆沙？看到吗？
哎呦，它不是那个颜色啊，是下面层底哦。你看，而且很大力耶。它红豆沙，你看到吗？它拿的是顶级 AA 红豆。再来，你看到吗？看到吗？我跟他们讲，这个陈皮红豆沙你吃下去，你暖胃，而且真的是很好吃。这个可以吃热的吧？你可以弄热这个，也可以，因为红豆沙有人吃热的。OK，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你吃下去，你一定会爱上去。哇，这个就是经典。哇，阿婆有没有阿婆的味道？你红豆沙你要吃下去就是哦，它刚刚好，不会太厚，又不会太水，刚刚吸收下去。而且不会很死。I can smell it from here。老马，你我这边。哎，这个哈，我可以看这里，它不会太甜呢。对，很多人哦，糖水啊，你吃到其他糖水啊，最怕是很甜，喝了过后一直口渴，这些不会的。它还有回甘甜，对，它是持久留香的，所以哦，你带出去大体，你送人大体，你自己吃更好吃。哇，这个good嘞！对，吃一口来。师傅，你吃这红豆很好吃。哪里？你吃这个红豆更好喝，你这样看就好，你这样子喝，这个更好喝的。嗯 ，This is even better。哇，这个很好喝，这个。OK， 你要先喝这个来喝这个，因为这个味道很重。对，因为我们陈皮呢，陈皮红豆沙。哇，太好了！所以一盒里面是有几个嘞？一盒里面是有六碗是吧？六碗。哎，这个真的很值得买，这个真的很值得买。我很少会讲，这个是最后福利，你一定要买。哇，这个真的要买。我跟你们讲啊，今天只要你加一。你就是买一送一，哇，所以呢，如果你今天 G17桂花雪耳的话，就是两提，就是12罐，对。你如果 G18加红豆沙，就是两提12罐，12罐。如果你 G34加的话 ，mix 就是一样6罐，六罐，雪耳6罐，陈皮红豆沙6罐。Go for the mix one。我跟你们讲，如果你真的是哦，你会真的是你相信我的红豆沙的话，哇，你直接这个加一，直接这个加一，我跟你讲，这两个 you will never。Yes。你一定一喝了啊！也真的是好像哦，哇，你老公来亲你的嘴巴一样的感觉。那真的很真的收到很多投诉，他们讲那个王雷 Life More 很多人没有收到那个 link。你们因为你们那个平台是一个新的平台来的，你们因为你们第一次 PM 那个please PM 我们王雷 Life More， 还是你 PM Donovan Ho 也可以，你 PM 我们，哇，那个 link 就会给你啊，我们会帮你们负责，不用担心，没有收到 link 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会把这些产品留给你们的。今天有新的，今天刚开张。我今天刚刚开张，他爸旗下的这个，对 ，OK 的，刚刚 OK 的，我们是 OK 的，对，因为我准备这个拿来做国外，对，人家问你会等，最重要啊，红豆沙，7000多人了，红豆沙会，你们去 follow 一下，去 follow 一下，红豆沙不会，雪耳根全部都不会甜，不会，它真的很好喝，真的，而且还吃到它的味道才，你看喝了还在吃，我看老娘讲你给我吃了 ，It's really really very good， 真的很好吃，明年要的，赞不绝口，12罐，嗯。12罐，喂，你一下才19块呀，这样子。对，加一是两盒，对，而且看我送一对这样子。Expired date， 来，我看一下。2024是生产期的。生产期，然后 OK， 而且这是广东之宝嘞，你看，广东之宝，很多人来广州一定会买的。你看这里吗？它直接你可以要5度冷的室温，或者是你蒸热水喝都可以。很多人 PM 我，大概昨天到现在有5、6个人在 PM 我，人那个牛奶粉 A 度是什么？纽西兰的，有人在找。今天刚刚有人，刚刚 PM 我。老娘的东西，他每个人都要问的啦，很多东西问的。OK， 来，我这边扣给你们听啊。OK， 打起来。所以今天 OK， 今天拿一盒这样子啊，一盒这样子是6罐 ，OK， 6碗，好不好 ？OK， 所以今天 G17 加一，今天买一送一，你们就会收到2盒桂花口味的。G18加一买一送一，你们就会收到2盒红豆沙口味的。再来 G34加一的话，你们就会收到1盒桂花，1盒红豆沙。OK， 一盒是6罐啊。是的，今天只需要你新币38块，马币133块，包邮送到你们家。哇，太便宜了！如果是要买那个 A 牛奶粉 A 度尿，可以 PM 我们888。888可以 PM 我，888来嘛，一样价钱，是的，一样价钱，好不好？可是黑芝麻，没去了，快点，来，所以赶快加起来，手机要没电啦，打起来，快点要倒数啦，包邮，这个也包邮，等一下老娘要去摇他们了，快点，2%，快点来，桂花，快点，
relax, relax, relax。哇，罗子大哥加15。哇